阿弥陀，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开始了那么快。那我又爱玩啊，他引用了《西经杂记》，我也想整理一下，因为发现一些问题。要不时间问题，其实我们都会，都会这个。读这个原点啊，不要看人家这种断章取义的啊。其实我也是言教身教示范给你看，我怎么做学问的啊。不是，人家你看一般人家为他们可能为了考试，像刚刚那个小军同学，他是为了读会计嘛，对不对？以后的目标是会计，那当然人各有志了啊。不是我们给你示范，当然不是叫别人每个人都做到，只是说你要知道哦，人家为什么程度能那么好。不是，只是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就好像打电动玩具一样，你越懂就越有兴趣，越有兴趣越有欲趣嘛，啊，越懂就越沉迷在其中。叫无趣的话，即使是电玩也不会让人沉迷。那我们去看小金同学的这个讲那个笔记。啊，上一次是看到说这一句话比较看不懂，所以我才。查了一下，结果竟然是出自《西经杂记》。现在这个教材教纲都一直改，因为此量子者不见容易背。这量通，我们说原谅的谅哦，谅你也不敢的谅，是应该有通的哦。之前有讨论过啊，真的。这当然是正直，所以这个时候是高风亮节，其实就已经通原谅的谅。他这里没有写，啊，该不会是原谅的谅通他吧？啊，有直有量有多闻是指这个嘛？正直嘛，形容正直诚信有直有量，他该不会是通那个量吧？没有，那你就要看大一点的字典，比如说汉语大字典啊，或者汉语典。我记得是有了哈，尽量你可以。哎呀，我怎么查那个量？应该是查那个量。你可以看汉语大字典和大词典，和量的更详细解释，看到就可以了哦。这里不细究，我是怕它这里是。对不对？它本身都可以当谅解原谅用，有没有？通谅，对，谅通谅，看到没有？那其他就不用看了这不是我们随便讲。看一下，结果竟然是出自《西经杂记》，像高中还会选这里头的文章。他这个呢，他可能有别的文本，他就做连接，不给我们直接编辑，我们要编辑要从这里编辑。那我们就顺便看一段这个好了。这是有点难的，量子者不见容易容备。像容备为什么是小人？上次我们都讲解过。那这个比较麻烦哦，这个不清楚，我得看一下他这个于平日，于少时，年轻的时候，闻平陵，听说。平陵草场，他在百度百科里头叫什么草场，就什么，还有一个标题，你就知道，你看原书根本就没有标题嘛，都是后人加的，那你们都吃人家的加工品，我们现在是给你看纯天然的原来的原貌原味，因为我查这个量。我查这个量子者查不到，查子者知道，查得到。可是呢，你看，他明明这也是量子者啊，去查到，可见他检索的时候，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可能是对应到他的网站另外一个地方的，不是对应的。那他对应到的这个，他还是这个部分。所以这里如果不改的话，到时候检索也检索不到，我就干脆帮他改一改。我们一样用
四部重刊本啊，没有其他版本，一般都先用四部重刊啊，因为一般四部重刊是最优的版本。虽然我们之前看文天祥他那个版本很烂，对不对？啊，错误不少。还有那个杨维桢啊，元朝的文学家杨维桢，对，这个杨维桢，杨维桢他那个版本也很烂。我年轻的时候，少时就是这个一体字而已。听说平陵草场在吴章门下，章门可能是一个官名，姓吴的一个做官的。对，也可能姓吴名章啊，他的门下啊，做他门下客。那往往好斥人过，好斥人过啊，面斥斥责嘛。你看，安知享福，这不就破了？好就喜好，往往跟白话一模一样啊。白话还在照用哦，这是什么叫白话文言啊？那通常前面可能还会加个面，就当面的斥责别人的过失过错，然后以为以作为这个 game break 就是这样啊。以的后面它会断开嘛，所以这个是没错。以作那 fine 就是这本书。以为轻薄，你看他看到别人有过错，他趁机攻击了，落井下石。以为轻薄，以这件事，然后达成作为他轻薄的言行，完成他性轻薄的人格。当然没人这样讲嘛，可是他意思是这样。要翻成白话，当然那就是这都是他种种轻薄的言行嘛，对不对？轻薄人嘛，你看现在我们还在用轻薄这个词。就很轻浮、浮躁的，所以今朝不同，为什么都是负面？薄情、薄恩，对不对？没有情，不留情面啊，没有人情，人情酷无情。然后世人皆以为，世人皆以为然，张后为王莽所杀。就吴章，他在吴章门下嘛，草场。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们刚刚错在哪里？以为这里是谁用这件事成作为他轻薄的？主持是草场，对吗？对不对？世人皆以为然。所以应该是世人皆以为然，以他做的草场做的这件事是如此的，就是做得对，做得好。所以他这里应该是说，往往好排斥或斥责人家的过错，以为轻薄。这也可以读成怎样？这个以为主持就不是草场了，是谁？这个人。就排这个过。这以为是作为过的补语，补充的说明就是，他犯这个人犯了什么过错，就是你太轻薄了，他就当面斥责你。以为太轻，这可以读成草场在吴章门上，往往以人为轻薄，斥其过。刚刚我们倒叙重组，可能篡改文文。可目前读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读是以为怎样，草场是坏人嘛，对不对？他作为轻薄子。这要注意哈，所以主持这是跟你讲什么主持的重要嘛？新年快乐，不要抓错人，能够会读错。你也看到我表演了哈，那大家都认为他骂得好，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以为轻薄，也可以说是草场以为谁轻薄，省略了谁，就那个人，所以才会斥责他，对不对？那你也读可以读成这个以为的主持是那个人，就那个人。以为轻薄，那个人可是那个人以为轻薄，怪怪的。这个应该还是草场以那个人为轻薄，因为以我们是讲过，以文法上以常后面会省略，以那个人为轻薄，所以才会斥责他，懂不懂？这个以还是草场，草场认为那个人是轻薄的。注意啊，以是以为，就白话以为就认为，为是是啊，世人皆以草场这样做。省略了哈，这个才是省略，不要像小杰
小金同学他们学的那个哦，根本都不是省略可以倒过来读，就硬是说人家省略要填，这是不能倒了嘛，只能填了嘛。今天认为草场做的是如此，就是是对的，然就是如此，也可以直接翻成那个肯定嘛，然有肯定而已。我们像有一句话，然也就是啊，是啊，然就是啊，做的对，是非的是做的对。那张。吴章后来被王莽篡位嘛，篡西汉，所杀。来，这个很好啊、哦，前面他们讲过的代词性助词刚好跟这个有关，被王莽杀，其实就可以了嘛。为什么加个所？是王莽杀的，不是别人，对不对？所以他是强调这个被的主人是谁，不是强调被。所以前面那个文法讲解是错的，对不对？啊、嗯。吴章被王莽杀，加个所，则是强调是王莽亲手杀他，然后说是，总之是王莽主使，是强调杀的主人是谁。人无有感，没无有就没有，无就无嘛，那无对不对？无没有，无跟没的发音很像嘛，沉默的默，对不对？我们说传沉默。对不对？这时候念默啊，明明是没有的没啊。破音字你要知道，其实它都是声变的关系。人无有感，其实这个感，你看它这就乱了。那这里是 end scan end 啊，第35页结束了，没错是这样。人无有感，下一页就这里。收账者，吴章被王莽杀了，没有人敢去。收他的尸体，这里省略了收尸，收谁来？你看两个动词，收下他的尸体，吴章被杀的尸体，然后把吴章埋葬起来。者又来，你看你学会者的是不是都同的？人无有感葬，就是人没有敢去把吴章的尸体收下来去埋葬的什么？当然是得人，当然白话不会再讲得人，因为前面已经人了嘛，所以白话也常搞省略嘛。讲 N 遍了，然后弟子哎，接庚，大家都什么？这个是庚的异体字其实应该是这个字，它是一个丙下面一个坡了。那其实它这个已经哎，它这下面已经错成支了其实应该是坡才对，这就是庚的异体字，庚异就是同义副词嘛更易就是改易更改这个更是不是就是我们说转轴的转更？那时候讲解好多，对不对？又有改变的意思。更弟子兼更易姓名，以从他师可见他这个门下就是学生了吴章这个老师被杀了，所以吴章的学生呢都改名字，然后而且这个是连接词的而啊，我们讲过以可以通而，或者可以翻成来。来怎样改了名字？来怎样跟从其他的老师？所以他是代名词，这里转成形容词的其他的其他的老师学习了。那场呢？当然是草场的场，单字想副词，对，注意前后文。场时啊，当时就刚刚讲过，就是时的一体字。当时为司徒院，当时是做司徒院这个官然后这里是一个 break 嘛，就是换行一个 break 嘛。独称只有他，我们刚才讲孤，对不对？只有他王维一个人去深山，上一集独称吴章弟子，他不怕，对不对？收葬其尸，收葬其代名词谁？然后吴章嘛，前面也有提到他独独草场就独独称他是吴章的学生，收下他的尸体埋葬他他的尸体就起尸，他的就是起嘛尸，所以这里其实可以倒去变成收起尸来葬收下他的尸体来埋葬然后呢方知才知道，对不对？量子者，你看
因为前面他认为别人轻薄，不对，他就斥责人家，他不假辞色。正好学到这个不假辞色，生活上用到的，我在用白话文跟你们沟通，你们都觉得白话文，那我马上假什么意思？很假的辞色，不是，不借给这个就贷，不假宽贷，你看又来了，又是白话文。还没有哎，像我们还有不假外出嘛，对不对？不假外出，这里不是那不假，是不假啊，不假宽，他竟然没有。有时候会写不假宽带，就不借给你时间。像我们常讲，你为什么要请假，就是跟人家借时间用嘛。那这里是借什么？借你一点宽带。宽容，那这个不假他人之手，也借人家的手来做事，不假辞色就不给你一点辞色，不借给你嘛，其实都可以翻成不给辞色，这是从借来假，是借的意思。所以六书里头有象形指示，对不对？假借是同义词。你看一般词典都跟谁会跟你讲假什么意思？就这样，在言辞上不做修饰隐瞒，为什么要修饰隐瞒？因为借给你辞，修饰隐瞒就辞和色，这个色是脸色，给你好脸色，给你好言语。不给你好言语的意思，形容态度直接和严厉，是不是就是不给好言语？好言语，而且好脸色看，这才是他本意啊！你看都讲这种，这完全就是意思翻译。那你永远也不知道假是什么词，是什么色是，懂不懂？百年国人教育是我们诽谤吗？唉，我们是不畏贤者讳啊！一般为贤者讳是，对不对？哦，出自《春风两传》，为尊者讳，不行啊！这个攸关民族命脉、文化传承、文字语言的，我都搞到最后就变成无时无刻。你看古时候哪有除民五四运动之前有无时无刻变成任何时刻的吗？就像我们的，对不对？上一次也跟你讲，你看就这个嘛。太可恶了嘛！所以我今天才补充，之前已经写了，对不对？五四运动你来，正好看看百年来的国文教育，对不对？成了什么样？之前是写这样啊，教育程度、教育普及，可是教育程度就是历朝历代最差、最光怪陆离。连无时无刻都能寸成任何事，你看以前人有没有把无时无刻当任何事会用？还傻傻笨拙。现在你问任何学生都也真的，就算懂得，他也不是很有把握，很有自信。你看这盖文什么谁在教的？甚至还大放厥词，像五月天写成歌词嘛？这上一期我们谈过，那庐澄知州流来是有感于发，像常立老和尚这种德高望重的。啊，著作也这样写，电视上的节目都是这样，连他的弟子都变成无时无刻都怎么样？拜托，这是不说不能再为贤者，像常玉老和尚是贤者，五月天也算贤者，知道演唱界。再为你们，这是不能假辞的，草场就是干这种事嘛。他就量子嘛，很诚实、很直的直肠子，不假辞色，不给你任何，不借给你任何好脸色，啊，不跟你耳聋舌的。前面我们讲过耳聋舌的，对不对？你看我可能都变成词汇，对啊，你看耳聋舌的，耳聋舌的。不是给你这样搓汤圆，给你乱。腐烂，然后讲话暧昧，想两边讨好，八面玲珑这样，所以才知道方知就才知道嘛，方才我们现在都还有啊，方才对不对？所以他同义副，你还知道方才是同义副词啊？对，方就才知道是很诚实、很正直的什么的人嘛，不见容于冗备，这样换行了，
中立啊。那他在谈代词性副词是见，那平民人身位立变，平民这边的人，因为可能草场是平民这里的人，这样。而这个是《西京杂记》的作者，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听过平民草场，对，平民草场就好像台北孙守贞这样，对不对？我同山，我的祖籍是江苏省铜山县，现在叫沛县啊，台大陆归在沛县。哦，沛县，那也可以算徐州了。那这个就是他的写籍贯，就平陵人，他同乡人。哦，那平陵人怎样？身位立碑，他还在的时候，草场身谁身？要注意抓对主词。啊，生为草场生活着的时候生活嘛，生就是火同，你觉得他生活原来也是同一副词，活着的时候为他生为立碑，对不对？为他立石碑、功德碑，然后哎，于无章。无章目册。在龙首山南木岭上，那这里应该他这里有错，木岭这里 ，scan break。莫林上，文帝为太子。我这样的话，看他等一下接不接受。哦，我看他这里有没有 P， 啊，都没有用到 P， 试试看哦。啊，这里我可能有点读错，我们再看一下哦。方知量职者，必见荣于荣备啊。那奇怪，有点。那为什么这里会扯到量职者不见荣于啊？世人皆以为然呢、啊？啊，对啊，世人都认同他，怎么会不见荣？那荣备是指他量职是指啊，他老师无章量职才被王莽杀哎，还是那为什么说量职不见？难道草场不见荣于当时吗？可是世人不是都认为他是对的？这里有问题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教的，我没时间再深究。什么这里可以再深入探讨。好，我们只先带大家读一下这里。荣备中啦啊，一位如此。可他断章取义这一句确实是这个意思啊，才知道正直诚实的人不被被这里翻成被也可以不被荣在这个荣备小人之间。之间就中嘛，不被他们容包容，不被他们接受。那平民人身位立碑于无章目册啊，对啦，这我没读错。就他还生的活的时候就为，意思就是他这里没谈死后为他做什么，可是活着的时候，可是这里还是见容啊，可是见容于百姓，对平民人，可是小人是容不下他。那这里可能省略的就是。没有讲吴草场的下场，他可能省略，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传记里头有写，啊，草场要么可能就被杀了、被害了，要么可能就做不了大官嘛，啊，甚至官也做不了。可是平陵人还是很认同他，他活的时候就为他立碑，在他老师吴章的坟墓旁边为他立碑，因为他收葬他老师嘛，把他老师尸体收下来，埋葬起来。然后这个墓册是。他老师的墓在哪里呢？既然在旁边就在一起嘛，所以他说在龙首山南，龙首山的南边有一个叫木岭，啊，也有可能那个岭叫南木岭，也有可能，因为这没办法，这要研究，啊，这两个读法，一个是龙首山的南边，一个叫木岭的地方，上面来了文学语言，不要一定是上边，木岭上当然山岭之上可以，科学语言可以，可是。意思就是在木岭那边也可以翻成那边那个位置，
就可以啊，科文学语言就读这个"上"字，不要呆呆，一定是要在正上方或地理的上面才行。当然，如果科学"和"的话，也可以直接这样翻，也可以直接跟你讲"知其一而知其二"。然后这个第二个读法，刚刚讲过，第二个就是龙首山，这个龙首是山的名字。然后哎，龙首山有一个叫南莫林啊，南莫是林的名字，有可能是，所以"南"这里有两个读法，因为它刚好是方位词嘛，啊。这要注意，那自由性是什么？要研究了。光就这一篇是不知道，就两个答案。光考这一篇，光读这篇，我们可以两个答案都可以。可假如今天我们在研究，知道更多了，当然要有一个更。我们前面不是讨论上过，答案不止一个，可是有时候答案会一个，都要回上下文。现在情境是不容许我们知道答案到底哪一个对，那就两个都并存了。可是哪一天必须，假如你有别的资料。证明他只有那一个，那你只能说他那一个，那就归到什么专业知识嘛，专有名词，对不对？这就不是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了。对，专业知识就是你要对那是你的地理了解，那这里就把它 copy 回去就好了。可是可能看不到结果。显示预览，请看一下，好，让它先显示预览才看得到。那我只要草场就可以了。这既然变成了白话那个高中的教材啊，草场对不对？这个我们刚刚整理，哎，可以哎，对哎，啊，那这样就对了。你看它这个是错，好，那我们就送出就好。草场我也做一个古典的 classic。啊，我这个古典词汇，王摩诘是刚做，啊，以后大概用得着。草场，那回来这里你看，回来你刷新这个页面，没有用，因为它是另外，我们刚刚做的可能，可是你在这里检索了就可以，应该就量词的，什么量词者应该就检索到，因为我们刚对啊，这个我们刚刚编的。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余少时，文平林"，你点进去看，"余少"根本点就不对啊，这定位也不对啊。那你到上一页"余少时"嘛，他是用这个"时"，他用这个，所以我们改的他没有收，你就知道他这个网页是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改的，我们用这个"时"，可他检索是根据这个，你却秀不出来。他这时候不秀给你，他这也是连接他。它那个维基区的啊，它有另外一个维基，有纯文本的地方，这样也知道这个怎么。那知道我们尽力了啊，帮他录那一段。那录了那一段呢，怎么样呢？我们要，所以我们刚刚加个 P 是对的啊，最后加个 P 是可以。那一样，我也要把它再录起来。啊，这个是要还原，因为这一个很注意，这个要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然后我们到时候可能还要，先这样。这个我们传完了，暂停，还没处理完呢。这个好，那西京党这就圆满了。好，回来这个小金同学的，小金同学，小金108，好，这个量子的确实是个量，不见了，我还出自西京杂记。好，再来这个。我们三月四是到这里王维啊，也确定了。相父教子，怎么会是这个父？是相夫吧？对不对？怎么会是相父教子？哪有这个词啊？还要相帮助爸爸嘛？同音错别字倒是蛮奇，没有这个词汇嘛？相父是另外一个相父，尊称宰相。
像爸爸长辈一样，对，就是相夫教子。那我们一般白话是不是都讲相夫教子？错了，标准的。可是你很少听到人家说相夫，相夫教子啊，都是讲相夫教子。这个当然没问题啊。啊，这个什么辅啊，原来他是说这个相是辅的意思，这个是当动词，当然有辅佐。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这个是看，亦不能自已。啊，当然也有辅助啊，如果没有东西用来，这个以还是来，翻成来也可以，或用啊，用来嘛，反正用来常常放在一起。没有东西用来帮忙的话，帮忙成就什么不知道上了。黄安石有包禅三计啊，我又想看，也不能到达这个地方。量力而行之，向时而动，观察时机。这观相就不是辅助咯，这绝对不是古书哦。观察时机，这个前面我们提过，我就不再查了。那相原来是看，可能在树木上看啊，因为它跟眼睛有关，右边是木嘛啊。量力而行，向时而动，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力对时，相对量啊。量你也知道，这也是量，是动词，所以其实应该想量力而行嘛，衡量，对不对？可还是念量啊，奇怪。哇，我们重量，对吧？量是动词，当然也可能念量的时候也有动词，有吗？还是有。可量是量的话，也有估量，对不对？衡量的意思啊。啊，就动词其实念量量量都可以，可能意思有点差别而已。无类后人，像观察观啊，他这里有哦，原来这个是出自《左传》。因为这个文一看得懂，我就不会想要看原文。这个是有点断章取义，我就很想看，怎么办？有寄养了啊！大家多读几篇也是好嘛。我们也没加收学费。那王安石的文集叫什么？临川先生文集。啊，就像好像我们前面王右丞是王维的嘛，然后这尝试才好找他的集。那你看他一样有四部丛刊本。有，你看这里，来临川先生文集，好，到这里，也许是我整理。我以前曾经自己研究过王安石，我很想帮王安石翻案或报屈。他明明是个君子，为什么搞个变法搞成那样，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吧，这是什么？无物以相，那我们用。无物以查看，有呢哦，他这可能用，哎，连这个字你看都是原文，可见他应该也是用四部重看的资料，这个可能就是正确。可是拜托，没办法读啊，只能读前后文了。我一直想快，可是碰到该讲解，我还是忍不住，总是要讲一下哦。不过我跟别人有什么两样哦。哇，哦，啊，这可以给他做一个标。有，你看连包他这个异体字，这包讲的标这个异体字，包禅三记都，这一定是用人家资料库的资料。包禅三意味着华山，哦，原来华山就包禅，唐浮屠就是出家人，浮屠。不一定是塔深造七起，不过那时候是塔，浮屠也指出家人啊。浮屠好像就比丘，是比丘的音乐，不是会包始设于其址啊，始在他这个地址上建筑房舍。你看倒叙从文，先读于其址舍啊，这舍当然是宿舍，舍名词转动词啊，第七招抓对动词，而足葬之，而死掉之后就葬在那里。葬在那里，那里就是葬。已故，已故就是已逝，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是所以的已嘛。可是没有人说已所，对不对？可以讲已故，因为这个缘故啊，这里是因为，所以这个故可以读成是这个啊，这个缘故。可是他既然讲故了，当然就不要再是了，你要补这个缘故，这个故是缘故。因为此缘故，他省略的词，
其后名字曰包禅，因为这个包禅师葬在这里，所以叫包禅山，其实就是华山了啊。今所谓慧空禅运者，就是包之如种也啊。慧空禅运原来就是包在这里，他前面用色素色，这里改成如的种。种有可能是坟墓，因为也是葬在这，对不对？那色就相对于这个炉，就相当于房舍。好，那就好了。包禅山，我们帮他断一所谓华山，唐浮屠，包慧禅死色于其子，而足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禅，包禅。今所谓慧空禅院的，你看又来了，的什么的地方？慧空禅院这个地，哎，又来了，这也可以读成这，你看多好，这对不对？这个地方嘛，哇，这这有这又有的代名词的的，那这也放在的地方，你看，所以你看得到多数，我们前面才讲一个字，它可能有两个含义，这跟那个卷顿型明明两个，你。一个字讲两遍是不对的，那这也不算一个字两两两，本来是两个答案可以融汇在一起。可卷顿型你不能猪卷中的猪，然后又什么徐步屈形貌，根本就不通嘛，啊，对不对？那这个者是可以，哎，又是这间禅院的所在的地方，你看它又的又这，然后包，哎，包之如种，就是包禅师的。房舍和坟墓，卢总，这也可以加顿号。我们还是啊，卢总，因为总有时候也表示那个不一定是坟墓，可一般是坟墓的、啊。怎么办？真的很想再读一遍。你看，一般是坟墓嘛，也指一个地方。哦、啊，原来山顶叫总，有时候。好像乡下也叫种，好像，哎，顺便学嘛。既然有这个疑虑，不要带着这个疑惑，下一次就会干扰自己的程度。这叫什么？大补丸，要好好补一补，十全大补丸，对不对？啊、哦，十全大补，那你不要吃有毒的，到时候补不到反而伤身。更详细的看看这个就可以了。我看有没有当乡村。哦，乡村的炉舍，这个都是山顶，这个 OK 的，大的没有嘛？所以总主要还是最多是山野，对不对？山顶、山野、荒野的地方，那野种还是指坟墓啊？所以衣冠冢嘛，现在这个白话还有听到这个词汇，哦、所以可以其实可以断成这样，冢就是呼应前面的葬，是炉冢。然后聚其院东，我们就来，我们查一下有没有炉种这个词，没有我们就这样断，有就尊重它，当一个词汇读也可以。有哎、欸，墓旁的炉，哎呀，就是这个，这不通嘛，对不对？他的炉种，难道他会在他的墓旁边盖个房子吗？应该说不能说墓旁，就是他的坟墓，生的时候的炉，死的时候的种。那既然你看这是汉语大词典，所以词典会错，完了现在他国学大师又这样，没有图可以看，还是有版权的人给他，那我们还尊重。既然汉语大词典其实应该这样才对，他那个是错，所以不要看词典或专家学者。好，我们快一点好了，这一次，可两页，真的要快啊、哦，不能混。那其他你不能说我跟人家一样啊、哦，我不跟人家不一样啊、嗯。那聚其院东五里所，聚其院东五里的地方就是说所谓的啊、嗯，所谓的就是可以补救，是所谓的华山洞者啊。嗯就是华山洞那个地方或这个地方，因为它可以读成这，你可以翻成那，反正是只是代名词嘛。
所谓华山道者，以其乃华山之阳，以其乃华山之阳，名师也。名，你看这时候当动词，就命名他了啊。这个华山洞就是因为在华山之阳命名。其实华山洞也没有说华阳洞啊，为什么跟华山之阳？难道是因为这个洞是在华山之阳，所以就用华山来命名它？那巨洞百余步，一百多步呢，有碑铺道。哎，要注意，我之前在秀，因为没时间，不可能给你详解，是秀，使劲秀给你看我的国文程度到什么，随便抓一篇，你看，我们不敢多吹牛，八九成几乎都读得懂。你要不要这个？你自己说，这是无价之宝吧？你花多少钱？我们这个还免费的，你只要有心。肯心血，那你到我们这个程度，你像看你出去，问你自己的脑袋是多么可怕的东西，那种程度、那种气质、那种涵养，对不对？那种墨水，就看你要不要啦。没事，你要学李宗，李什么社，对不对？富二代那种只会玩这个肉欲的享受，物质的、精神的享，物质的享受、精神享受都不提升，那随你。然后呢，巨洞百余步，有碑铺倒在这个道路上，对不对？然后其文漫灭，就是上面碑文，碑上面的文字已经模糊了。独只有，独是只有的意思啊，独独，对不对？还有独和只有声音变化的关系嘛，对不对？知次是转得吞呢，这你们都已经很知道。独其文，只有文，对不对？只有那些文字有可视，曰华山金岩花哦，读其文有可视，意思就是碑文已经不清楚，可是读那些读其为文，就是读这篇碑文上面的作文为文作嘛。为就作为的作，所以为文就作文，他们的那作文还有那文章仍然可以识别，是说话花山，不是说然后金岩，现在岩花，现在我们说花，如花时之花者、啊、如花时之花的盖因谬也、啊、诶，那为什么会因谬诶？这个花石本来就念花、啊，其下平旷，曰华山，所以华山本来就是花山吧，对不对？那金岩花，如花石是花，啊，应该说金岩华山是错的嘛，应该念花山才对啊。盖因谬，谬就荒谬错误啊，因就读错了，就因。其下平旷有泉，侧出有泉在旁边，边就是侧嘛，侧出。其下有平旷有泉在旁边流出来，然后而记游者甚众哦，在那里有人刻字到此一游，记录到此一游的人嘛的，你看者你会了，很多都会了的。所谓前洞也哦，这个地方是所谓就是一般说的就是所字。一般是省略主词嘛，一般说的前洞就是指那里，所以你就懂什么叫所谓啦。一般是主词省略，第八招找对主词，谓是说嘛，者是的代名词，一般说的前洞。那这里不是代名词，因为它前洞跑出来啦，所以一般说的什么前洞，所以变形容词了、啊、什么的前洞是一般说的啊。的前动一般说的变成它前面的修饰词了，所以它变成形容词。这个前动是一般说的，不是别人讲的，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游山以上，从游就从山往上，以上就这也跟白话以上一样，三面之上五六里，再往上五六里，有穴杳然，杳然我们说窈窕淑女。咬就是有，它可以通这个咬，就咬深，这洞穴很深，不知不可测啊，深不可测。有穴很杳然啊，好像是个洞穴很深。然后入之甚寒，进入之代名词了，
对，进入那个洞穴是非常冷的啊。问其深，就是要探究、探问，对不对？那个洞穴代名词那个啊，其深，然后探究它到底有什么？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啊。那些喜欢游览的人、好冒险的人啊，这也可以翻成探险或冒险，对不对？然后这个的人就则字，不能穷，不能穷尽嘛，欲穷千里目，对不对？所以他的深字不知道到底多深，越深可能太危险。好游者就是那个喜欢探险。后之谓之后洞，啊，所以这个深不可测的叫做后洞，啊。然后鱼与世人，我和鱼就我，我们讲过鱼跟我，鱼就是无嘛，鱼跟无会转。这已经讲 N 遍了，我们不再从以后也是，因为前面十进就已经太多，你要容我这样，哦，我每次都在讲，我只能说你去看声音变化的关系，或者看以前的十进秀，这已经重复太多了，啊，该早就该熟起来，那你当然可能半路出掉，从我们这一集开始看你就见谅，哦，我本来想说每一集都要从头，应该要照顾你们心态，不行，啊，这样每一个都讲那么多，灌太多这种水也不好，哦，我也累啊，哦，鱼与四人拥火入已入，哦，我和四个人拥火拿着火把，对不对？已入而，这个已就是而进入这个连接词，或者来进入这个洞中，入之入到洞里头，这是代名词，入到洞越深其进越难，想要进，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涉词，就是想要，可以翻成想要，就那样的当时那样前进的状况是很困难，懂不懂？它是指当时想要进奇境，嗯，那你也可以当语助词，也可以进遇难也可以啦，对不对？想要前进遇难，这个当然省略想要啦，嗯，想要前进是遇困难，而其见遇险。然而呢，虽然想要前进很困难，可能空气稀薄或者怎么样，或路径很小，而其见遇时，其就是其见。就那些，所以说这个奇遇就是那，就是那里当时的情况，想要进入很难。可是那里当时看见的东西景色是越发的瑰奇，我们可以用文雅一点，对不对？特别奇丽、漂亮，对不对？啊，奇怪也可以啊，奇妙都可以啊，出奇制胜，对不对？这个奇就奇的一体字而已啊啊，然后。有待而欲出，有人觉得很倦怠了，对不对？疲倦了，厌怠了，不想再继续走，而想要出的人，就说不出，活且进，有待而欲出，有已经倦怠不想再继续走了，而想要出的人就说，如果不出来的话，火会烧光的，我们的火把会用完，到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呢，与之之代名词代那个想要出来的人，就和那个想要的人全部都出来了，啊，然后盖盖于所知，这个鱼就前面的鱼了，换个字而已，对不对？也是声音变化的关系，所以通五嘛，就我于所至，盖我所到的地方。你看所至就是到的地方，对，与所至，盖我们，这可以读成复数，我们四个人，我们五个啦，还是我们五个人到的地方，比好游者，比较急嘛，比好喜欢探险喜欢旅游的人呢，尚不能啊，我们到的地方才不到十分之一，十一不是十一十二十三那个十一，十分之一省略了分之，懂吗？这当然是智慧能力了啊，盖不尚不能十分之一，就是十之一，十之中取一份，所以这个好游者已经走很深了，还探险，还上着海，还不能，这个跟白话的不能一模一样啊，还不能到达十分之一。然而呢，视其左右来而计之者，看到在那个地点，那个就是其左右边墙壁上来。左右来而记事者，有记录的，比如科室啊、到此一游这样的，已少，已经很少，
这应该不要再逗号了啊、哦。是一起左右来而继之的意思，表示怎样？很少人走到那么深嘛，所以记录会记录说我走到这的记录已经很少，所以一般人大概都走到十分之一不到。那这个好游者还探不到底嘞，对不对？然后盖，然后这一篇可能《古文观止》或者也许选成你们高中中学的课，我完全没读，以前也应该读的，完全没读过，读完博士。很想读，没时间，或者有时候忙别的，玩别的。现在你看，突然这样读，我要不要注释翻译？要不要查字典？几乎没有。查字典是难免，因为有智慧能力嘛。反正你看，需要注释翻译吗？自己看看，使劲秀哈，在作秀了哈。盖原来啊，他推论其又深，则其智又加少也。所以他就推论啊，其又深。就是那一个地方那个洞后洞，如果又深的话，往里头走的话，那么其智又加少也。那些到这个地方的人，一定更，这个又可以翻成更加少也，更加的稀少了，罕有其人了，对，罕见了。然后方四时，当这里方是当了，就不是才了，刚刚是方才。当那个时候。那个就此是因为他现在追溯嘛，所以他字面是此，是就此，对不对？讲不好。当这个时候呢，怎么样？余之力尚足以入啊，我的体力，余之力的就是之嘛、啊、我的体力还足够来进入那个深洞后洞的深处。火尚足以明也啊，火把也还足以来照明嘛啊就也。记忆其初。哦、那记忆其初，记忆有已经的意思，已经其初就是我们那这个其就带我们这个举动，我们那一群人都可以已经出来了，出了这个洞了、啊、记忆其初，则或就其欲出者，则或就或约我们讲有的，或就有的，有的人他不讲具体是谁，追究对不对？动辄得咎，我们刚才讲怪罪那个想要出来的，因为大家体力和火把，刚前面那个人说火可能不够，对不对？油应该是烧油吧，或火把哦，炭火，就怪罪他了啊、哦，这动词、哦、所以记其初就是我既然已经我们都出来了啊、哦，然后因为我不能再细讲了啊，刚刚已经讲那个其实代名词，那你想想怎么变成我们都出来了，自己要再去推了，则。有人怪罪那个想要出来的人，而子亦悔其随之而不得己、啊、这一定有错字，果然而余亦悔，可见那个资料库 OCR 这里漏改了，对不对？那帮这余是我嘛、啊、或就其欲出者，有的人怪罪那个人，你干嘛、啊、可以继续走啊，好可惜，走那么多白走了、啊、而且我也怎样后悔，其随之而不得己也。后悔，这其有点语助词，后悔随之而不得己，或者其可以指那个时候，对不对？是时间的代名词。那个时候，那时随着他们，随着他们干嘛？当然就出来，而反而怎样不得己境。前面有穷嘛，穷境。穷尽到这个洞口到底有多，至少走到极点嘛，我们说极限运动，对不对？然后福啊，哎呀，游之乐也啊，我们像旅游啊，出来走一走啊，看一看的快乐啊，于是于有贪焉，哎呀，断句断错，对不对？所以上下文很重要，可以放于是于有贪焉啊，叹焉的内容就是后面发的感叹。我们这里顺便讲一下，这个叹，这是一定是负面的，它遗憾嘛，所以这个叹比较对。这个叹通常是赞叹，好的，惊叹啊、哦。那我为什么知道这里断句做我们第一招，对不对？所以你看，都上下完就推敲，为什么？因为这要读成，我也后悔跟随着他们而。
他们而出来嘛，啊，就省略了而出来，而不能够不得就不能够极尽那游历的快乐啊，啊，那就是个福字，福这也是语中助词，可以，可是还它还是有含有，甚至你读成代名词也是极尽那旅游的啊，那走到洞底的那个快乐。来了，于是于有叹言，白话文文言文，白话文在用文言文，这就白话的于是啊，什么意思？于是在此或者因此，把于读成音也可以，于也可以通音，因此我有感叹啊，那就是哎呀，或者在此省略了之后，在此之后我后悔了之后，没办法穷极我的乐，就有感叹。再来这个有感叹，没错，我们科学读法，别忘了文学读法，有什么是孔武有力，我非常感叹，有钱人的有啊，有叹言就啊，我非常懊悔感叹啊，多么痛的领悟，多么痛，就是这个领悟，就是它啊，多么痛的领悟啊，多么痛嘛，太领悟，我想我都可以猜他要领悟什么，凡事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听人家随便讲三言两语你就变心，到时候你就没办法极致。很简单，我们现在教学不是吗？你要听这个老师评价不好，也不去哦，这上他的老师的课，孙守正老师的课，心很累，你就出来了。那你国文造诣怎么会好呢？讲一定是要讲，你看七星大法。旅游是不是自然空间生理的体力，前面来讲体力还行，那对人文精神，像我们想趣味小品，对人类，像我们读上海情也提醒各位，对人类文明，人类的修养精神人格，有精神有什么启发，所以像英文也讲 inspire 嘛，给你有什么启示 enlight 有什么启发嘛，给你有什么 inspire 什么，他就感慨啦，所以我打冒号后面的是大概古人啊，古时候的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啊，虫鱼鸟兽啊，这个之是没应该没什么意思啦，只是停顿一下，古人观于就看那些，或者在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这里看，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身啊，往往有，你看都是白话，往往有得以求，有得以其求思之身，而无不在也。这我还觉得有点难。夫已以尽，则有者众。你看，注意相对位置来帮助解读了。贤已远，则智者少。这两句是不是相对位置相关之意？福福当然发也是没有嘛，哎，怎么变这样？哎，我在这里断啊，他为什么给我福对不对？以险嘛，有没有一个成语叫什么以化险为夷嘛？但自享不死，你看这个多高官，那你就知道这里夷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蛮夷之邦？是化险为夷的夷。那就考你啦，化险为夷，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怪谁？怪我们国文教育，怪你自己学习国文太多，都乱学一通。你那时候知道化险为夷的夷什么意思？这里就难不倒你了嘛。就只知道化险为夷，就是把危险化平安，也不管夷什么意思，这时候就完了，帮不了你，甚至你也没想法办法像我一样看到夷，看到想想到化险为夷。然后近对远，对不对？是不是相对位置？重对少，这好明显。可见，好，你不知道夷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化险为，那至少知道这都相对，对不对？可见你就危险的相对是什么？平安嘛。那再回来，大险为夷，是不是化危险为平安？哦，原来夷是平，平是平坦平安，就平安的，因为它近，对不对？那危险的，因为太远。比如说像我们的国文课感觉很难，要老师你看前面不是跟你讲我的国文老师可以开始上课了吗？七星大法，对啊，
对不对？有趣吧？哦，对不对？去看，每一堂教不完就上那十几秒，每一堂都那么长，长是不是就是这里的什么远吗？长远啊，智者是不是就少了？所以哇，你看，跟他怕不怕的有多少？你自己说，哦，几乎一半的班级一半的人都说好，你说的对，是不是就中？大家都挑简单的、浅近的、肤浅的。我们是不是有浅近单字想，或者是可以想到浅，浅再想到肤吗？所以大家都做肤浅之人，不是这样吗？你以后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自己说，现在还跑到台湾大学去。所以我前面不是讲重话，很可耻有你。我退学跟退掉，所以我可以说我不是你学长，我也不屑跟你同学。所以我就是看到那种烂，我干嘛要你这个文凭呢？唉，自己看，你也是被王安石骂。大家都挑，只要是平安的、好吃的、软的，而且又近的、不费力的，那么大家都多嘛，游者众，来旅游、来玩、玩票性质的人是不是就多了？这种学生就多啊。那像我们这个国文教学又难啊，又臭又长，对不对？哦，你看一首《登楼诗》，七言律诗。七八五十六个字竟然可以讲，哦，这还十一个钟头，你看，光一集就十一个钟头，对不对？对啊，还特别给你画圈起来，是不是够远了？够长远？道德是不是就少？何止少，几乎是没有了，稀少，跟秃头一样，王法稀少。原来这就是你可能中学，因为你看这是我们小金老师的笔记嘛。我相信你们可能中学都读过这一篇，可是你们读过了有什么用？根本不入心。那是王安石，王安石在骂你，你不知道，你还是我行我素，不是吗？你来上课，大学上到这个老师的课，请问他是宜以近还是嫌宜远？这个宜啊，也是连接词，又平安，而且又浅近的、肤浅的、容易的，所以它可以翻成又。而是而且嘛，以通而，我们讲过 N 遍了，对不对？不知道去看那个副词副里头，常常以又换成而用，相对位置相关字义。而是而且连接词嘛，这两个形容词嘛。那危险的、艰难的、险峻，对不对？就艰难嘛，艰苦卓绝，对不对？艰难的又要费事的，又要就翻那个以。那么道的。肯修孙老师的课的人就很少，所以弃修的一大堆，还不错，还有三四十个。当有些还没来上课的，再扣掉，大概还有三十个左右。原来七十个，你看折一大半。而怎么样？哎呀，这一课谢谢王安石，才得到多助，虽然又花了一个钟头，他帮我报不停嘛。所以真金不怕火炼，自己看是不是走到哪里。我们都是顶天立地自然的主角，这是不是又是跟做学问？你看，我已经引申给你看，所以还不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了。而怎么样？继续。所以文章可贵在这，不是只是前面游记嘛？记旅游、国家地理杂志就好，需要你王安石来记嘛？他读完了呢，哈。而怎么样？唉，先帮他定这个片名。陈坡院或陈皮院，念坡是因为这个，念皮是念右边嘛。陈坡院清照记，陈皮院或陈坡院，而视之其尾，这个前面讲过其的议题是其尾。哎，我们刚刚才用龟对不对？龟旗、龟宝。哦，你看天下文章里拿来，好多书我们读来熟的。而这视之其尾，龟怪非常，那非常，你就知道孙丑真是正常。平常人还是非常，对啊，所以被你们骂我的国文课很不平常，暴雷嘛，对不对？暴雷啊！看雷，暴雷，来聊这个伸手真雷，一定有。
哈，雷斯佩啊，管老师推荐，麻烦那、伸手真的刻怎么样？我也中雷嘛，对呀、当然不好。好，谢谢，又这个，像爆雷啊，爆雷，是不是？啊，当然，对，伸手真爆雷，非常爆雷嘛 ，very very， 不是平常的，像一个变态老师一样，对不对？我想像你看我评论有，我想上一点正常的，不是非常的国文。推荐生成人，真的啊、又跑到师大，那竟然还两个，这是不知道是说笑话还是真的，竟然还有人两个复合，是真用功。孙老师，你看马上有人，孙老师绝对有要更多吧，四个，对不对？国贸系。伸手真的课怎样？还最后一个人问了、没人回啊！啊，伸手真的课怎样？一直问，有人回啦，绝对不要啊！竟然还有人，对。然后你看推的文跑去师大大学了，就刚刚那个同学来讲，他是坏同学，对不对？就这个，我们又你看，随你怎么讲，我们可以说，你看上我们的课就可以升去师范大学了嘛。那真的是有心学，可谁知道这个真假？谁知道他没讲具体？就像好像我们上次看到一个那个夜校转日校的，对不对？也是推伸手真，你看他的文气也不知道是正面的还是说笑，有时候讲反语嘛，你也不知道，反讽你，对，有时候是讲反话，也可以讲反话嘛，说反话。对不对？说反话，讽刺的啊，反语也一样啊，对不对？说反话，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说相反。有时候是礼貌或者不想得罪人会这样。伸手真绝对不要，有没有看到国贸系？以后国际贸易，你们老板要用这样的人才吗？所以小刚好用到，不就是王汉慈这一脉啊？我们不是骂那个学生，你自己说啊，他就是挑好的柿子说吃嘛，对不对？啊，就是好逸恶劳，你觉得你敢用这种学生草莓族的标准标志吗？畏难对不对？艰难的不要，觉得他为什么觉得为什么孙守真绝对不要？你问他为什么，一定就是很难过哦，答案很难写。分数给的又低，对不对？我分数会给的低吗？你看看给多少？我一直说我还怕你们分数低。你看前面我们看这一班，这应该不算泄露个资吧？哦，只是跟你征信，却有钱，你可以查。啊，你看给几分？410，这是什么意思？我会给低吗？当你有表，这只是上台，他讲课还讲的不是很好，可是他感觉就是有准备，可以啊。那有些根本就，这为什么会变这样？那缺课缺那么多了，我怎么会给低？那凭什么给你那么高？一定要有凭证嘛。对不对？自己看420，这一班还比较差嘞，还有到六，有他们班也有到600的。我没有上限，你要拿1000也可以啊，凭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看恐怖片都不怕？只要我是一个变态老师，我看到鬼我会怕嘛，因为我是小人嘛。我们是正人君子，你鬼看到我们都要怕，鬼见愁。自己好好去反省想想吧，可见那个为什么绝对不要自己说嘛，扪心自问，那种就是会怕鬼，成天就是偷鸡摸狗，说见不得人，是什么都要以自己的好恶喜好为准，不讲是非，他就希望老师给他好过。至于这个国文老师到底有没有料，可不可以学到东西，不管，嗯。我只是来混个文凭，谁叫教育部要非要修这个大一国文？
我讲你也不要怪国文老师，不要怪教育部，我问你，你要不要用国文？这跟好恶兴趣是无关的，什么科都可以废，这一科绝对不能废。比方说大学啊，上了一辈子的大学还要再上国文，你看看我们的大学国文选，我上的，你就知道大学还需不需要上国文。不需要上很好，以后中学生要讲清楚，跟他们交代清楚，像我们这样交代清楚，不能再这样鬼混的国文教育，已经什么程度已经摆在眼前了。我们孙守正才教这十几年呢，绝对不是我害的嘛，对不对？那我教出来的学生为什么还那么烂，不听话啊？那为什么不听话？已经被你们教坏了，我怎么带？我带的又不是小孩子，都听老师的话，对不对？哎呀，这么多，哇、哦，很棒！你看，对啊，我是奇人啊，伟不伟大？自己说。我前面不留言，你才知道七星大法的可贵。我现在你看，没有任何参考书，我如何读得懂？只因为我是中文博士。那你随便再去考一个中文博士或教授都可以。你看他有几个敢像我这样完全不看参考书这样？有当然很好嘛，恭喜！我敢赌，绝对很多，甚至可能一大票都不敢参。很简单，敢的话为什么不录？没时间，好啊，那我就骂你，你不爱学生嘛？你忙你自己的，对不对？也许你讲的比我好啊，我你看着学生同学，那你把你会的本事好好教学生嘛？为什么都忙自己的事呢？那么一点教育责任心都没有，你对丢给我就不会教的烂老师教。自知其伪，归怪非常之官，常在，常在险远而人所罕至焉，没错吧？人所罕至，你看，其实是人罕至加个所，强调用法，懂不懂？啊，那这当然，它后面没有名词，可以说它代名词。啊，四之特别的奇字，就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致。常常会在非常危险而且非常远的地方，是人罕到的地方，所以这个所也可以代名词，也可以当成强调，也可以当成强调比较不好，那就变成像人家一般讲的代其次，就是后面又省略的地方，对不对？那何苦呢？那我就这里的地方，然后顺便说它包含有强调意思也可以啊。我们都讲过，它只要包含相互相融互摄是可以的，我不能像卷断型那个哦，卷断两脚卷臀一下租一下，那个不相容的嘛。互斥的答案怎么可以？你不能这里用什么表格里印那个，那就叫硬凹。要很自然的相容，对啊，这个可以强调，也可以是的地方，干嘛还要后面还省略的地方呢？那反而是硬凹，对不对？就越简洁越自然的，当然就是越对越正确，毕竟真理的答案嘛。但是绕半天那就是有问题了嘛。像我今天坐计程车，你希望人家带你绕远路吗？对不对？你当然要坐那个又快又便宜的，一样的价，甚至还更便宜价钱，何必被人家带远路？所以怎么样呢？这个鱼尾助词哦，所以非有志者不能自对啊。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是有志者吗？有志者事竟成，这个者就知道的人不能道啊，有志矣。不随以止也，啊，对不对？所以不能治，有治了，这个了就是一个感，有志气了怎么样？那不随以止也，啊，有志气了就不会随人家随便怎样，就停止了。这个而是而后，所以可以翻成就，啊，不随当然省略嘛，你不添怎么读得懂？不随人家。的影响，你看像第一看哦，暗战哦，不要修，绝对不要啊！你就随人家就停止，不修，止步不前，对不对？不是一样道理吗？不要，不要上孙守正课。然力不足者，亦不能治。所以他这也是再说一遍嘛，啊，不是有志的人，这才是双重否定嘛，非不，不是有志的人是不能道，表示有志的才能道。那有志矣，不随以止也，啊，他这里等于补充说，为什么有志者才能到？因为有志者是不会随人家就停止了啊。然而呢，虽然如此，有志可是力不足的人，是不是也不能到，亦不能治也？
对不对？那有志与利而又不随以待，对不对？我很怕这里会堵车，应该没错。有志与不随以止也啊。那他在后来说啊，有志也有利呢，当然省略了有嘛，对不对？前面而又有志与利而又不随以待，这就刚刚讲过了，所以我才怀疑这里是不是读错。随以待，不随人家就懈怠，对不对啊？前面刚好他用待就前后呼应了，像刚刚那个人不想走了，这借口火不够，啊，你就随着人家不够，就好像啊，孙老师的课绝对不要倦怠，你就随着人家啊，不要修他的课。嗯，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向之。来咯，就是我们现在的啊，意不能自已，意不能自也，对不对？然后有力了，有志了，然后又而且又有两个条件，又加上不随以待，不随的那个倦怠的人啊，不随他来倦怠。我们讲过以可以组成来或者就嘛，就倦怠了，对，就不继续走了。可是呢，至于幽暗昏惑，可是。即使这样，可是幽暗昏惑就呼应他前面火把，假如真的不够了怎么办？对不对？至于到了幽暗昏惑而没有东西，没有火把以相之帮助去照明，所以这个相是帮助的意思，没错。回去看老师的，至于幽暗而无物以相之帮助，没错。哎，所以他是帮助，也不能到达嘛。那这里呼应前面讲的就火把嘛。我到时候昏暗，哇，你看不到也走不下去，就算走到了你也看不到东西啊。哦，它是呼应前面的旅游的经验啊，昏惑不是头昏脑胀，是眼昏，惑就是疑惑，就看不清楚嘛。啊，那这里当然它是感慨人生或自学问，这里昏惑也可以讲头脑昏惑啊。我是说就光就这个前面就这个旅游来比喻的话，也可以指不要来了七星大法五官会通，不要以为只是头脑的，也可能是眼睛的昏惑。懂不懂？或就是看不清楚啊，就像好像头脑，或者看不见，就好像头脑想不清楚、想不到嘛，人家惑疑惑，也不能够到，对，所以这些条件要具足，所以这是他的感慨。然而呢，立足以自焉，然而又怎样？然立足以，来啊，什么叫足以？然而力量足够用来到达那里，你看每个字都没给人漏掉啊啊，就一言字，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无智也，而不能智者，可以无悔矣。我跟你讲，这里好像在讲他的变法，不可以帮他编年了。你看他是不是条件都记住？王安石变法，力也可以到了，可以就足够嘛。啊，所以足以可以翻成可以啦，啊，这样最简单。力可以到，然后呢，足够可以到，然后于人为可讥，大家都说他的心法不好，大家都说我的国文很烂，对不对？国文课很烂。那于人在人家对于人为可讥是可笑的啊！你看我的老师可以上课了吗？对不对？前面大家都看到，嗯，我要注意他有没有错别字。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啊，尽无智也，而不能自焉。于而在己为有悔，这应该是自己的，因为相对位置。于人，于就是在嘛，于人对在己，对不对？于就是在啊，所以我读这个不是当，他虽然打的是已经的已，原文是类似是，我们讲过是古文，你要从上下文翻，那到底是什么？啊，对于人是可讥笑的啊，你太傻了。在自己呢为有悔，在自己为有悔，尽无智也，这要不要断开？而不能智者，有在而在自己为有悔，尽无智也，而不能智者，这者是德化，不是德人啊。反正者都得，如果这样的话，可就可以无悔了。哎，我不确定，所以继续读啊。其孰能讥之乎啊？既然可以无悔了，那么谁能够笑你呢？哎，
阴卑的，嗯，就是安尼。所以他的王安石变法被人家叫，是不是也是？其谁能够讥笑你呢？啊，此鱼之所得也，我此行得到的心得或领悟，啊，这之可以省略鱼所得也，鱼之所得，讲过这个强调，啊，这是我得到的领悟啊。从这次，这个之讲你把它当成有点代名词，是表示从这次旅游得到的领悟。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有个问题，不过他后面有如林，我们等下再看，跟那个包禅师是什么关系？没有。可是最后一篇游记来讲，他要交代清楚地名也是应该的。可是对全文的主旨，那个包禅师那一段好像多余的，对不对？可是我要帮他讲句话，王安石、王进公，哦，晋国公，就是也可能不多余，因为禅师就是要有所领悟、有所得嘛。哦，也许是禅师那个包禅师的加持，他也对。这些道理有时候，然后所以他就回来这个主题。你看，我才刚讲，他就回来这个碑啦。然后鱼，我对于我在这个扑杯扑倒的杯，又以杯服。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明者。何可生道也？这个何可生，不可生数的生，何可生道也？也哉哪里是说得完的呢？说得尽的，道是道说动词说出来那就感慨的，哪里是感慨得完呢？诉苦，想要诉苦也诉苦不尽想要追究也是追究不了诉苦追究。追求，然后呢？其实这跟学问一样有关嘛，跟学问啊。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很好。所以又出现了那个笑啊。所以学会的人生什么不同？此所以学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哎，这句话送给这一些低卡诸位同，这就是。学生们，对不对？学习的人不就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就白话了，不可以，不去深思熟虑，而谨慎的去做决定。取之决定之后，你才知道什么什么叫之嘛，代名词，该取什么该舍嘛。孙守正的课，该取还是该舍？该选取选课嘛？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对，学者不能够不深思熟虑，而且谨慎的去做出决定，不要只会在那谩骂讪笑。那四人者，他跟这四个人的交代，所以到底是谁要出来的？希望他最后有交代。点名你赖不掉，庐陵萧军、归军、豫章。乐王回生府，余弟，我的弟弟，你看会断的先断啊。庐陵萧军归，军豫，哎，你看就这样对，为什么？这是兄弟嘛。所以庐陵萧军归还有军豫，然后长乐呢？庐陵是他的里籍籍贯，对不对？长乐是这个长，王回生府，王回自生府，因为这我是有点专业知识啦。印象里头好像有读过，王回跟生父有关，这没办法了，这是要去累积。刚刚不是有介绍吗？你也知道我的背景，对错问题回二做。我研究自己私底下研究过王安石嘛？你看王回生，王回生父，王回王生父墓志铭，对不对？因为他王回字生父，有吗？长乐人王回，字生父，不对，不就这个？长乐王回生父，断句就对了。所以萧这个就不知道名什么了，这知道还知道他名，这是他字。很奇怪，他这里既然给人家，他为什么不讲王生父回？
就是直呼人家名姓名讳啊，王是姓嘛，名是讳是，那这里反而不叫他的名了。那余弟安国，我的弟弟，他弟弟当然叫名字啊，王安国，他是王安石。然后平府，那你看，先叫人家名字，再叫他弟弟字叫平府，啊，安上淳府，啊，所以他安字辈嘛，安国和安上，然后他的这个小弟叫安上，王安上，字淳府，啊，最后记时间，四个人就是一。二三四，所以我这一段错了。可见萧君归应该是名，君玉是字，哦，很特别。他竟然用，对，这第一个人嘛，所以你就知道断句怎么断了哈。四人是这四个要，所以这个者是读成这。这四个人是哪些？什么意思？庐陵萧君归、君玉、长乐王回、申府，是不是第二个？我弟弟王安国第三个，安上王安上。淳府第四个，是不是已经四个？就知道这里不是两个人。你看，我们都十进修一五一十，你以为标点是怎么来的？一次就点对了。你看我是不是点错好几次在改？我现在还要回到刚刚讲的，很快就是还不全，现在读完才能回去确定大概他应该怎么读比较对，或者不要怀疑自己读的是错，除非你找到更好的，就只能接受原来的读法。然后至和是北宋的年号啊，元年七月。至和的时候，他王安石变法呢没有，因为至和是，所以这个跟他变法没有关系，不是很妙，对不对？好像有一句话叫“一语成谶”，我就不细说了。这好像预言了他后来变法，跟他变法。你看，至和是宋仁宗，他是神宗。宋仁宗完了，宋英宗才神宗才王安石变法，那时候他还是个读书人而已，啊，读书跟大家出去游玩，这都预告了他后来变法的处境。至和元年七月某日某一天，日就不讲，然后临川，有没有？所以他的籍贯都在前面。那他是他弟弟，当然都是临川人，王某当然是王安石，所以他不庶名就王某。就自称都王某人，对，不能称人，说你要骂人，所以南阳太守某，对不对？我们官皮里头有南阳太守某，那是对他人家不礼貌的称呼，就表示瞧不起他。所以某都有自谦、谦称、谦卑，记录写了这篇有趣。那我们回到这里，啊，那有志有志气了，不随意职业啊，有志的人就不会随。随这也可以读成随时或者没有什么理由就停止下来止步不前了，对，随或者可以翻成不随便停止，不会随便放弃也可以了，哦，那要注意这都跟脚停止脚步的关动作有关，因为它这也是游记嘛，刚好呼应跟七星大法一样，它是借这个空间的旅游生理的动作身体的动作来形容来象征比喻心理的或者神智的东西，人格的东西，然而力不足的也不能到啊。那有志气和力而又不随以倦怠，或者不随的那些倦怠的人，比如说宋仁宗不能修啊，你就不要了，或者说心法不，我们就拿王安石变好，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变好，大家都厌倦了心法，对国家真的也没那么帮助，反对的人也有那么多，你就啊，那算了，对不对？又不随意带，这是否定哦。我刚刚讲的是随意带，随着人家带就倦怠，但是不随意带就努力不懈。那可是到了这个程度，至于这个程度，幽暗昏晦，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辅助，要注意我们讲封面人物，待人接物，那个物也是人，所以这个相不一定是东西。当然他是借这个旅游是火把嘛，又来了文学语言七星大法，你不要死读这个，也可以影射。或者暗喻，言外之音，弦外之意有暗喻，也要有贵人来相助，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也不能到达。那这个字面上当然就没有东西帮忙的话，也不能到了。然而力足以自焉，于人为可。然就再转折，他的另外推论，即使力体力能力可以到达，然后可是对于人或者被人。讥笑为可讥，别人会不屑或看不起你，不认同，
可是在己为有悔，在自己可能也会有所后悔，就也会犹豫啊，犹疑啊，怀疑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或者自己的坚持对不对。可是竟无自也，我该做什么我也罪而不能自责啊，可是我想做去做，虽然还很怀疑，可尽我的志了而不能自，可最后不能到，也许阻碍的力量太大，可以无悔，就像他王安石变法失败也可以无悔。就好像你看，我想救国人教育，救这些孩子，我真的自问，我到底一直被他们否定，我也没对他们凶或怎样，为什么好像我只能说前世也许对他们不好，因为他们就不可能亲近我们啊，那就没办法，那怎么办？我们只好让贤嘛，为什么要站这个位置？对，可以无悔了，所以我们要离职嘛，还有什么好后悔？谁还能讥笑我们呢？留这些就是有缘的来结缘，来我们留这些不是说我们多会教或怎样，至少我们尽我能力，我能教也就是这样教，只要你能吸收得到真传的话，你是我师徒弟子也好，我相信你有一天能够超越我，那是我们才最乐愿见的，乐意见到。此余之所得也，这以上可以翻成以上嘛，这些对不对？这复数前面那些就是我的心得啊，我就不细说了哈。啊，余铺杯，又以杯服啊。那这是他旅游的心得。那我对于那个铺倒的杯又有一些感慨啊，又以杯服。这个以可以当助词，又悲感慨，哎呀怎么样、哦、这也是语助词。那也可以说我对于那个铺倒的碑文是不是剩下那个花山，对不对？又因为这个铺倒的归人，这个以可以读成因为他省略了他而感慨，怎么样？古书之不存，古代的文献没有存下来，后之是没有其传，这个传也是一语相传，可以读成传，像春秋准之传啊，对不对？注解这古书当然一般都是讲那个古圣先贤之书。那有些人因为他也是经学家王安石，他会感慨，有些人他也觉得有些答案不大对，可是要后世越传，所以你看政权的书，我们前面讨论卷断行，很多人也不同认同嘛，就是类似这样，因为古书保存的不完整，后代的人可能就解错了，所以这个可以读成传，谬其传就是做注释的意思。那谬其传就是传说嘛，传授一代传授一代，就好像老师误人子弟这样，就越来越荒谬，越来越误了，对，错误。而莫能明者何可称？莫能明就是你看明有动词，莫能说的，莫能详述的。那因为他用明，是因为你看华山应该是华山，怎么会变成华山呢？甚至读音也错，我觉得那里我们还要读一下，我觉得那里好像有问题，也许这个版本有问题、啊、总之就是这里明可以没办法，莫能就不能说的，可以的就是这、就是古书不存，后代人弄错，可是我们就没办法说清楚哪些是这种情形的，有这种情形太多太多，哪里可以用说的说尽、因为很多这个古书残存不完整，后代就是以讹传讹。那莫能明者，莫能也可以说莫能名状、莫能形容、或者莫能指出来的，总之这个名字用文字来讲解指出来，跟我们你看也没有离开我们一真哥啊，对不对？莫能名状，书难名状的名、所以他这里也可以说成什么莫而莫能名状者也可以，或省略者都可以，你知道他什么意思，没办法去说啦，一言难尽啦，其实就是一言难尽，对了、一言难尽嘛，很难到，难就是生嘛、难就是能够胜利他嘛，因为难所以不生嘛，何可就反问，就不何可生就不生，没办法生就很困难，尽一言难尽，言尽就是道嘛，用言语文字给他说尽。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事常省略，我们再加个就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学者学习的人
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这里归结到学问，因为跟古书有关的，对不对？不要人家人传什么或注解什么你就信了。孟子也说尽心书不如我说，好，到此，好不好？不能再讲太多了哦。说要快快快，还是这样吗？那一样，那个我们录起来哦，又给你们简单讲了一篇。其实他这个是可以，欸，如果照这样进度，我们不能再继续了哦。二十就好，其他我想要，而且这个考试的没什么，嗯，就快快带过。嗯，谢谢小金同学让我们那么多小记忆你嘛。那这个我们录过来，哦，真是。好，这是黄安石的《游褒禅师集》。你看，现在你在看，它重新开嘛，它会刷新。不知道我们贡献很多了，没有，那可能他分了很多部分这本书，这又查看历史，我们只存了三次，对，啊对，因为他这个是资料库的，所以我们改的很好，只有那个鱼它错成子，你就发现行进而误，对不对？字形太近了就错误。可能又带你们读了《游褒禅三经》，抢了高中老师的饭碗。可是我们列了很多了，你要看我们完整的《诗经》啊，哦，我靠天，哦，这个好了，我们可以回到好继续。所以这个小经108这里是对的，没有东西来辅助。那这个因为文艺看得懂，左上当然不能继续看了啊。吾父之见，未尝见也。接见，冯轩客哦，未尝接见，未尝见他啦，省略了他，这才是你前面一直补的，这时候反而不读。未尝见他嘛，我父他，因为前面有之了，承前省略，未尝见之也。哎，该补的又不补，乱七八的。哦，因为他说冯轩客孟尝君，我想到了，因为我父冯轩可能这样，我们就不读原文了哈。啊，所以这接见没错，这不是代词性助词，论话以形式，见与儿童林看法见解，对，这我也很想读算了啊，是不是？这见解和儿童是一样，他为了押韵，所以用林嘛，这林就做邻居嘛，儿童跟见解一般的类似的，你看相对位置又相关之意。对不对？四对零嘛，啊，论话用形啊，如果只因为它外形看法相似，我们常讲七星大法，前面我们才讲肤浅，你要做一个深层的人，不能光看表象的相似。岳父见教的是，这好像哎，怎么叫范进？好像是白话文，这就是岳父教训我的事。你看他，我就是见了，还要后面再加一个。那己求必争，不求韵味，不重音乐都不对了，这都是已经意义。这个形就是表形，形相对的就是神韵内在的，这就是外在美、内在美。那你当然翻韵味可以，要知道这个字表的意思。所以这些老师啊，那误人子弟真的罪恶深重，请勿见笑，不要笑我。对啊，见笑大方啊，被大方笑也对了啊，或者大方笑我也可以。慈父见位置。此不被我李密曾经没有，那他是代他写代注，应该就代词性助词，简称代注。对啦，啊，教训我，是以我们讲过，就所以是就所以就以嘛，啊，就因此，因是以，此是是，倒过来读因此，你看都倒过来读了，这就不懂教我倒过来读啊。所以呢，古代古时候的写作的人，寄生于汉末，把他的身心。这应该可能包括心灵，哦，他说生命也可以啊，寄托在于是在汉末文章之中，见异于篇章，这相对位置嘛，异对生嘛，
身是外表肉体的，七星大法意是精神的内在的与偏障偏起，所以这是互文建议，把他的生命价值观寄托在写文章里头，偏起这个应该是错别字啦，应该是竹字头或者假借字，哦，就假字不是真字，真字要竹字头才对啦，哦，所以就是把他的价值观或情感寄托在那里，一句话讲两遍而已，所以这叫互文建议。寄生于翰墨就是建立于篇章了，翰墨就是篇集嘛，没有翰墨怎么写成篇集，我不细说了哈。啊，你看现寓于篇章，建寓难道不行吗？因为建你看就好像我们讲者，刚才讲也有这的意思，又有的建议是啊，我如果说见到这个意思当然不通嘛，哦，让人家看见我的意思，这时候要被动读是可以，那当然读主动要现寓才对，表现他的旨趣，他的意涵，他要把他的意思在篇章里头表现，篇集里头表现出来，哦，所以读现也是对了，表现显现，哦哦，看见意思当然不对，啊，如果你要读成见的话要说意思被人家看见，哦，这当然就跟前面这个就不对应了，念现当然是第一好，第一对的答案，要知其所以然，须眉必现，跟这个现一样，须眉都全部都看到展现出来，也许画画胡须和眉毛，主要是讲眉毛的那个毛都露出来，如影子在镜中，好像影子在镜里头，你看这白话的字好像倒影在镜，好像倒是画，没想到现在中学那么多新课文，哦，这我就不细说了哈。那这个线它怎么没有住，哦哟，但是这些都是线，不是带主，它区别啊。愚人见欧阳公而有以为未见太尉也，这也要看上下文啊。素册，这愚是对愚，所以可以翻成旧人来。对愚人见欧阳修，然而有以为未见太尉也。我见到欧阳修，太尉是韩琦，就是有以为没有见到，所以这应该是看见，不会是现吧，这我不想再吹了，累死我了，我这一期想要结束刚好两个钟头，到此为止，明天我等一下可能熬个夜还可以讲一下礼记，你看我生意都有点那个了，透支了，无常气而气就是气业的气，同一个字了，不同的写法，把脚垫起来而忘之，期盼垫起脚，因为它跟脚有关，那气业的气里面我看到中间有一个止停止的止，我们讲过止就脚趾头，所以它只是造字的不同的造字，造同一个字，一个用足来造，一个用脚趾的趾来造，停止的止叫这个足，不就脚趾头的趾，原来就是跟脚有关，把脚垫起来来盼望来看，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能够看得多，我把脚垫起来看还不如爬到高处看得更广博，不能再吸收了，所以这是看见的劝学，然后人当然不是被代词性住的，人未有不倾其所倾而能倾其所出，劝和论好吧，哦，有新课，还不写大陆简化字，这样要爱台湾，好，人未有不倾其所倾，这个你看用我们方法很容易读嘛，还要用什么还补了什么，人没有，你看讲过这声音变化，我就没有不去亲近他亲近的人或亲爱的人或亲属的人，对，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就好了，而能够去亲他疏远的人，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样不就很好，你不要后面再怎么样，对啊，爱的人亲是解成爱，爱的人不是倒过来读，的人是哪个字叫所，其实读成爱的人未有不亲其亲的而能亲其疏的，是不是白话也懂的什么人嘛，的也是代名词啊，省略了人而已，你说哪一个比较简单，像你那个哦，后面要补什么好啊，哦，所这也是代词性助词，就代你我他或者某个人，要看上下文才知道他带什么，余问番人土番
那土人说流土所产，哇，又是新课文。对，流土产生的东西啊，所产生产的地方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没有上文化，我不知道。总之，这个所是代词性助词，代的地方，所就是的的什么？看上下文才知道哦，这里是的地方，懂不懂？所以的不一定是人，这里所是的地方，在所本来就有地方意思，场所、处所。它之所以会被代名词用，然后再转成代词性的代词性助词，再转成强化用的副词用，强调这个所有权都是从场所、地方来的，懂了吗？那我们讲 N 遍了，你看我们之前十进修都有。你看这里还是得地方得人，你这个学习都不对的啊！要多听老师的课，掌握不要这样死背的这个死知识，要真懂它是得什么。那至于人地方，你在你要真懂它是得，然后来注意上下文，你从上下文推，这个答案自然就出来。干嘛要死背这个？你最多提醒自己，不要光只以为是人或地方或者什么或者时候都不一定啊。我们前面还有得什么东西得话，对不对？说话的话。那就是你就不在你这里归纳的中间，所以这不够嘛。所以你看归纳我们很少用，可有时候又有必须，对不对？像这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可是通常我就点点点，举不完的。那文章那么多，你还是所以就归纳到上下文二作再去判断。你也要懂这个啊，小金同学一零八，句中若有为为介词，你看又来背所。若有为的话，这个所就当介词。以为流气所处，波石如粉。所以他说这个所是当介系词啦。为流气所处，我觉得这都是另外一种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为是当介系词。所谓介系词，介系就是做居处在中介，作为两个词性的中介和联系者。通常就是动词跟名词之中中介人嘛，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被流气触到，对不对？啊，这所就是有强调是流气触的，不是别人的，反而副词还比较好。为什么一定要介词？介词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强调的味道就出不来了。你将变成流气，这触是动词，对不对？所是当在他们中间中介的一个介词。完全旧文法论文法跟文艺根本就没有关联的嘛，反而文艺牺牲在文法之下，哪有这样的？文法是先有文，文艺才有文法啦。你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就是这样。不者若属且为所辱，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看的话了吗？我想可能是不者不这样的话，若属。你们这些这个儒，你看加个框框，是不是你们？你们这些若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耳背耳朝无党所则无党，对不对？属就这一类嘛。所以若属就你们将且将被虏获所虏无为所虏，强调你一定要被虏获，所以它有修饰这个动词或者被动的功能，应该是副词比较对。你看你说介词这里怎么介？如也是动词，难道动词中间的动词吗？那这个未当然哦，这个不是动词，被应该是助动词，因为助动词和动词之间的介系词，太奇怪了嘛。那读成副词修饰不是更好？简单扼要，一定要自己构筑一个文法的体系，然后什么都要迁就那个体系，自己做个模型，那房子要照你这个模型盖才行。盖成别的样子都不行，太阿巴了嘛。我很好奇这个是哪一篇，应该你看我断章取义都读得通了，厉害吧？你有没有成本？你看这个我还知道不会被拐去，不是如果属于读不通嘛，马上转单字想不起字形也要想到若可以当你属不是累吗？你们嘛，你们这些人这一类的且就将嘛，我们说且将暂且，且当将好像白话也有用，一时想不出来算。来，我们查一下若且。若属且为所辱。哦，没想到现在那么多新课文，若属接它也漏掉一个接了。
若属皆且未所鲁，鸿门宴哦，那还好啊，那鸿门宴这一句话，那就是不要这样的话，你们都会被掳获。那强调所就是一定啊，就翻成一定，懂不懂？一定会啦，赖不掉的，躲不掉的啦。那这个所就是有强调嘛，很肯定，极端肯定、绝对的意思。是不是？我想我们不会误人子弟吧？啊，《史记》这个《史记》，我们看点教本就好了啊。好嘞，《新汉经》，然后这个只要免费就有了。我们瞄一下上下文就知道，不要误你们，讲错，贻笑大方。因为东阳院的新案名错误率比较少，可信。对啊，没错啊，所以范增就起来了，告诉赵相庄，告诉说你要进去把他杀掉，否则的话，你看的话就是否，就是所以念不嘛，不这样做，或否则的话的什么的话，刚刚才讲这个的，不是光只有地方人，是不是马上就打你嘴巴，小金同学。所以要不要听孙老师的话？所以你念也知道的什么不这样的人嘛的地方，你也知道不会。这你们的程度也判断的话嘛，你们都就接将被，你这里可以代词性助词就是怎么样？就是被沛公、刘邦、汉军掳获，懂了吗？一定是被掳获，被谁？被沛公掳获，不杀掉他，你以后一定要被。败在他的手下，厉害吧？我还不知道鸿门宴呢，丢人对不对？可丢人中有不丢人，弱属就你们，连你为什么若有你都跟你讲字形结构，你看加个框是不是藏匿的匿，匿名留恋匿，匿跟你发音不一样，匿就你，属就累嘛。前面才讲五党所中，五党还讲我考古题尔等鲁备尔曹。对不对？朝背这些都自己看，前几集。唉，我可以安心去看我的电影。好，那我们再来彻底圆满。小金同学，对得起你了。可惜你没有留下留言漏翻直播，我可以留。哎，还要登录才能留言啊。然后可以用什么东西？然后可以用电子邮箱就可以。哦，我弟看完电子刚好接。好。对，我可以叫他看一看我的说明。好，这我再考虑吧。再来，这也贴一下我这个。哦，等一下要用到小金同学108。同学不上，我叫你同学好不好？一起学。我反正我也不是你老师嘛。108没错。王子忘记没有记，接下来赶快，什么是代词性助词？啊，这个好像补习班的，然后有老师就回答他了。你看本文中，建祥的建，来，彭大庆，建祥的建字为代词性助词，下列文句中的建字何者属于这种用法？四处旅行增广见闻，当中看见和听到的东西。注意啊，这个是名词，看见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我看见的能力，看见的范围，招待不周不是动词啊，增广广大什么一定是名词啊，动词转名词用，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增广所见所闻，懂不懂？的省略，省略是招待不通，敬请原谅我，这就是代词性，对不对？答案当然是 B 了，是他这里是 B。阁下所言何以见得？这个我们讲过了，论点切要见地不凡，这个讲过了啊，略去了。好，然后啊，老师，亲爱同学您好，代词性助词出现在动词前面，而成为动词的接受者，接受者不就是代名词吗？不是受词啊，出现在动词前面，对，一般呐、啊、哦，可是敢说绝对吗？难讲啊，一般绝大多数几乎可以，目前好像没有碰到不在前面。最常见的是相见所三个虚词，所以呢，原则上他们认为这个都是虚词，不当把它当。那为什么要叫代词性呢？因为他因为认为助词与助词嘛虚词，
明明就代名词性，所以虚词，所以后面还要再补一个，这完全的错误。补习班老师有什么用？因为补习班老师也接受这种错误的讯息。相拔刀相助，拔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拔刀助他，对不对？帮助他们。哦、嗯，谢谢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拔刀助我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情境上下文不同，相为什么是你、啊？除非说我不如练不停拔刀相助，这时候才是助你嘛。通常这样讲很少嘛。通常说啊，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或者谢谢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助我、哦、其实可以啦、哦、可是就不对了，对不对？可以带你我他，你自己说，对不对？见敬请见谅原谅我，对不对？见待我，哎，对啊，见待我，那为什么不是代词性啊？还说他是虚字，莫名其妙，乱七八糟嘛，头脑不清，逻辑混乱，对不对？所以都不受四方方法训练。我们前面不是解析过吗？代词性助词根本就不伦不类，到底是代词还是助词呢？词性不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词性词类吗？哎，又来一个代词性，又来一个助词性，哦，敬请原谅我。三民主义无当中养的尊崇的所代词无党宗词，你看所代词，那 你为什么不说所代中的呢？我们中养的不是更是白话文中养的主义或中养的东西啊，你代词干什么？词也是代名词，那词代什么？词代什么？哎，生命主义。哎呀，真的，哎，自己看看嘛，自己看看，这样是不行的、啊。再来，好，哦，惨了，这个要看呢、欸，到底什么是助词要看呢、欸，伤脑筋哦。哦、所以你看转变为单方面，国语词典也是主张助它其实就代词性助词，因为代词性助词这个名词主体是助词，所以它还是主张单方面才能叫代词性助词。你这么同学女生竟然给我上过误导我说代词性助词也可以用在双向的，怎么可以这样欺骗老师戏弄老师呢？是不是退休老师还好，成漫画老师终于出来，没有过世啊。老师康泰了，他对我们要看注释哦，这么长啊，这个我们回来这里看。好，暂停，我们还可以继续录，长度还可以。注释。就是我要去休息，晚一点熬夜或者怎么样。那我们直播电手机电量也到了，你们刚刚可能有听到声音。好，那直播先停，那这个时间就暂停。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大家加油哈！阿弥陀佛，道业成就。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已经很晚了哦。明天一早的早八课，我咖啡还有不少。刚刚看了一个 Friday， 我觉得现在有些东西它都自动帮你扣款，这样很不好。对啊，我以前上成人网站的时候还会这样，或者色情网站就会觉得很不好。没想到连这种正吗？毛公魅影嘛，没想到连这个正派的也会这样。那这个温彻斯特鬼屋昨天看的蛮不错的。哦，难怪四颗星很值得看。所谓不错，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都要有这个人文的这个那个关怀啊，或者人文的意涵内涵，跟那个文学的原理一样。我们之前刚刚不是才读了王金公、王安石的那个吗？而这个三颗星也差不多了，三到四。哦，它其实最后一个结论并不是闹鬼嘛，哦，还是这个人谋不臧的问题。林心如
人貌才貌双全啊、哦！之前才被这个徐伟宁和那个什么杨丞琳感动过啊，那个林心如自己还做出品人啊，他后面有写说哦，介绍有说《16个夏天》，他这个，让我给他四颗好了，不行啊，编辑3颗星推荐，那、啊、这个是。不能按那干嘛给我们那个？我们那是这个影音编辑啊？不会吧？谁是夏文戏？难道是演他妈妈的那个吗？奇怪，那戏份不多啊？为什么？因为他名气大呢，客串。夏文戏演什么？奇怪。啊，夏文戏的戏竟然只有这一部。我都不知道夏文戏是谁，最有比较像的是那个谁，林心如演的，不对，杨佑宁演的那个他妈妈，好不扯这个了。看这个，原来刚开始还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后来理出个头绪了，还好了，没有不及格。里头给人的启示就是不要活在自己的仇恨里头。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容易啊！同样，那你们这些同学菩萨、学生菩萨啊、哦，一样，与其去批评人家、抨击人家，还是多去看人家的好处，体会人家的苦心或好处，或许会比较好。随便啊、哦，反正就像我那时候常跟我仙魔讲的，防疫的好，家己保重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是要看那个，维基百科的这个，我真的很想看中国文版的书，到底是谁搞这个什么代词性助词，还讲成后面的宾语省略，甚至是误人子弟，我觉得中国文版。想把那个始作俑者抓出来，你看一般没有这个嘛，中文文法我们就不看补习班那个了，不带大家看一回那个代表著作有谁，对不对？是谁提出？代表著作找不到，就要讲名著喽。我就只能找我的藏书了。你这个是谁搞出来的？代词性著作。还是这个中学老师自己搞出来的？不可能，一定有一个。什么大家大师？你看我们前面批评的这个五四运动嘛，国学大师大家，拜托，从现在开始要重新检验啊！对了，我之前听到马先生就他，国运动的马建中第一本文法书大概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雷景星。李锦熙也算，那就是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嘛。钱玄同，我们之前主要我们孤陋寡闻嘛，只要找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之类的开炮，把中国文学把国文程度弄成怎么样？你们自己看。
说难听，伸手真，如果你觉得我伸手真还有点本事，很抱歉，我不是听你们这些大师的，我你们的著作我也没读几遍。德的用法，地的用法，德地德，有吗？我们看参考书。我知道的是，这比较偏大陆的。李世英、许世英老师啊，许世英先生的文法啊，黄河畔不知道，在文后专门出文法的书，英文的，可能后来就，全国兴起一股中文热潮这个是值得参考的，然后。我记得是许世英先生，他现在那么不有名，关键字都还没有他。对啊，你看，刚好我出生，我才2个月，他就过世。中国文学，你看，是我们师大老师，前辈。李固教授，淡大也有兼。你看这些早期的私校都会取一些啊，原来是许寿裳的儿子。许寿裳好像是鲁迅那一挂，鲁迅先生也一样，周树人先生，就跟胡适是一样，就是我骂的就是你们这些民国大师，享了名了，对不对？你不要，你想想看。对不对？句法研究嘛，对啊，他的文法好像蛮有，比台湾教是拼过来。许寿裳的，对啊，赵元任、陈寅恪先生、陈寅恪也是，尤其赵元任，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好像人格还好，这些啊，我都有点，现在有点瞧不大起，就只有响大名。懂得越多，你知道越多，就觉得这些有些都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实力，可我觉得他们害，因为我们也曾经是不是吧？你看我还读李公子，讨厌，甚至我惧怕国文呢，为何？当然也不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啦，也是读他们的书来教书，或者我们以前国文老师的问题，冤有头债有主，总之自己保重啊。看我们许世英先生的书，没有，原来他是许寿裳的长子。好，我们目录学史还有他呢。我们文法没有，文法的书有那么少，真的，这个是英文文法。高等国文法，这个重要。陈望道对，也是重要。到底是谁把这个？这其实都可以看，可是真的没办法。我以后心有余力，做这个领赞美，或者做一个专题播放清单，专门讨论。所以这次教这个林占梅先生的《地震歌》，真的衍生很多问题，除了这个国文教育的问题，因为刚好本土化嘛。代表著作看到我们怎么读人家先贤的一些诗作，竟然是这样搞混的在我心目中，是谁写的？为什么称郑坚教授？有空再了解了，真的没办法。好，那我们就只能大概看一看这个了。这也其实也可以参考这一方面讲的，那锁呢？对不对？既然这样，锁和剑呢？那锁是最有名的，
那是我们的老师都不讲，我是来教书，才真正自己来探索、去醒思、去咀嚼。你看"索"多常用的字，有几个人好好帮我们讲清楚，而且是简单明了，像我们介绍给各位这样，绝对不是老王卖瓜。我们答案都摊在这里，你去货比货嘛。前面也讨论那么多了，你觉得？你看，以市应豪金为奸人所害。被字也可以用为，对，来代，那没他没有讲锁，被奸人害不是被别人害，所以这个锁很摆明就是一个强调语句嘛，就有点就是呼应这个敬字嘛，对啊，你可以说是语助词，对，像代词性助词强调是助词，帮助语气的转达嘛，所以叫语助。是可以的，所以文法看你怎么讲嘛，没有说一定怎么样，只要是逻辑上通的哦，然后有理的，言之成理都是啊，然后一定是谁的文法，那是不行的。那语法呢？我们看一下。哦，原来这是杨树达先生的，杨树达对，先生也是很有名的。看来我手边可以参考的还是不少啊，先不管，甚至还有论文。好，行，汉语语法。那我这里如果是搜寻文心的代词性助词，有这个吗？没有啊，都是有助词，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动词、文言文法，哎，都是有这个。国台。对照活用词典，随机文库，主谓短语。你看文言文，那文法很多这些术语啊，烦。我以前像修辞啊、生命学和文法不好，就是啊，光看这些专有名词，光记它是什么专有名词就很头痛，对不对？这不错啊，还有这个。维基教科书，难道这个没有代词性助词吗？没有，我们看"所"字呢？什么叫猥琐？哦，猥琐构成的，是不是？睡猥琐功，睡猥，静猥琐吞。对，那这个他也不讲解，只说什么猥琐行。有为有所，那是干什么？被动法，所以他认为归在所还是归在被动上？对，是没错。他发现那个现象，可是其实在被动里头，所还有什么功能？强调语气嘛。那我问你，这里只要不加所，你自己看比较看，睡为功，看睡为所功差在哪里？睡为功也是睡被功嘛，也可以嘛。我加个所，是不是？就或者像我们前面讲，加个之拉长语句也有强调用法。对啊，多讲一个字，句子拉长了，自然就强调。其他所都几乎集中在这里，其他是叙述，还有一个这里，受因法，恩之所以很好，所以都不讲。文言中可以用因果连词，恩之所以怎么样来引出世间呢？那所是什么意思？意是什么？不讲。王立汉语语法史，有机会真的要挑战的一些大师。王立也是很有名的先生嘛，拜托不能这样啊，对不对？好，你发现这个，那乙是什么不讲，就来一个所。哎，我们说好听，他们是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后辈要接续，那很好。可是很抱歉，很多后辈都偷懒，就用你们的，一直在强害我们的后辈。对不对？那你当初也许是时间有限或怎样，或自己根本都没弄懂，来不及好好教讲清楚、说明白，遗憾到后世啊！这真的以后再了解。我们直接先看助词，因为代词性助词只有两个可以看。我们前面讲它四不像嘛，到底你是代词还是助词？所以这个意思和这两个，到底是谁发明的？
这个名字应该查不到。这个我是觉得可能只是什么都是 Word 档，奇怪，那这都不能在网络上看就好了吗？变成那么多 Word 档，那内容也会提到到底是谁提出这个东西呀、啊？那些名称是谁命名的？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听他的，不听我孙守贞的？既然是无名氏，来履历书和来源不详，你就听我的还比较好吧，自己去比较。对啊，助词 Chinese、中国例子，我也是这样的。Chinese particles， 哈哈 ，particle 竟然有助词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在语言中的一个 particle 吗？例子为例，微不足道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帮助语句的完整而已，或者锦上添花，或者补充什么。Chinese particles， particles， 文法术语指的是，哎，我放大镜哈，那就滚大哈，它这个可以编排，我们就这样了。指的是一种词类，对啊，词类就词性嘛，那叫词性，对不对 ？Part of speech， 那又叫词性，性类，跟这一性质的同性质，对不对？哦，词类是不同的类，那词性是最个别的，词类好像是一个集合名称，是的，动词类。可是，在分析具体句子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属于动词性质，所以叫形词性，可能是这样。所以，词性和词类同中还是有异，我可能要讲这个。唉。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没耐心仔细看啊！我快结束吧。哇，十二点了，来，助词，一种词类，属于虚词，虚的，所以虚就没有实际意义，实际字义，没有实际意义，字义词，这其实我把独立成句。然后附着在其他的词汇、词组或句子上作为辅助，所以定义助词就是辅助的意思，没错。我们并没有误解。教育部原来是我们教育部修订了词条助词的定义、语法与修辞。台湾的，这个主要是台湾的说法了。通常用于句子的前中后，有这个容语序或者用于语序中间表示结构上的关系，这是对的。结构上，哎，宋玉，我的老师，国中红，他的书都可以当，他其实是补习班老师嘛，他写那个屈原的学生宋玉，补习班老师，他确实不错哦。然后助词在汉语中通常帮我。分为结构性的、时态的，还有语气的，通常最常用到的语助词三种。白话文中常见的助词包括
的这把啊等等，这个是主语语助的，通常是应该是词了是时态嘛，完成式，然后这个应该是结构式啊，属于代名词性还是形容词性啊？这也是这，看着就是进行式嘛，时态。然后文言文中则有知乎者也。很好，那个文言文可以看一下哦。看文言文发展史，到汉朝脱离了口语，所以它本来就是一种口语嘛。你看，文言文或古文，非汉语社会称古汉文啊，不是以汉文语中文为母语，是汉语族诸语言中的一种书面语啊。没错，完全是书面，要用看。起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口语，对不对？所以它原来还是口语，它基本是春秋战国以至到汉初、秦汉之间。据学者胡适考试，是中国汉代文言文已脱离了日常口语，所以汉朝已经跟口语有差别了。当时的书面很简单嘛，像汉朝里头有数字成名，可是文言文还是会用这些口语的。我们前面讲的数字，就是台语俗烂，对不对？那你有时候在我那个《史记》里头都可以看到，他会把当时的一些土话或口语写到文言文里头，那就是一种文白夹杂啊，已经开始向复古往口语两个方向啊。这个不是开新视窗，先不要分心了啊。文言文中则有知乎者也，对，四大寇，还加个乙，然后五大寇。在日语中，其实"者"白话也在用，相当于这个"的"，我们讲过，对不对？在日语的话，日语助词，所以它这个助词不光是中文，用于体言、准体言，这个不知道了，我们就跳过了啊，这个我们不懂，日语一窍不通。汉语助词，汉语中。助词与连词、介词、叹词同属于虚词，不能表示概念，但概念就是含有意义的，有意义才能构成一个意念的概况，这就概念。但是可以表示语法结构或是各种语气，这是语助词，还有时态，别忘了在句子中还有被动、主动式，对不对？也可能像所就配合为组成一个被动式的一个强调式。在句子中没有实在的意义，就是配合这个，也没有统一的语法观念。注意这个，所以没有统一的嘛。你要就具体的句子去分析和探讨，不能像那个哦，一定后面是省略宾语，那它就卡在有宾语省略这个，就一定要宾语省略，不能单独使用，是独立性最差的一种词哦，不能独立。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九阳神龙干。对不对？动词又可以独立用了，一个干就表达意思，就讲完一句话。其实动词是最重要，一句的灵魂为什么成为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只要有一个意思，动词就表达一个句子。所谓的句子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传达了一个意思，具有时代的意义。在白话文中，大多数的句子都会读成轻声，用声音变化来表意表意。啊，这个助词是这个字，这个时候是当助词用，读轻声的时候，这一定是受北京话，像中原英语以后，被蒙古啊、满清的外族影响之后，就开始有轻声，以前没有这个声调，以前是平响去，如果现在变成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平轻声变五声。说汉语的助词分为结构、助词、时态，再来一遍。有些会将语气助词独立成一种词类，称为语气词或语助词。那意思就是语助词、语气词可以独立成助词之外咯，也是我们最熟悉、最常听到的词汇。语助词无意，或语助无意，甚至直接说助词就是表示语助词、助词无意。结构用的助词或结构功能的助词，负责在词和词组的前面后尾。又表示句子的结构关系，白话常见的结构就是有前附
的所，就附在前面的所、啊、常常都写在前面没错，以及后部的的啊的啊的是的等等、啊、来看一下这个是语法，这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代表性的语法书，对不对？然后文言中则有知者所然附，所以人家这个也是像我们这样去归纳出来啊，归纳出来常常省略的文脑筋，我们学问都是这样做的啊。像顾炎武有名的《日书录》就著名的笔记，原来是读书或自学做学问的笔记汇集成书，变成一个专书啊。一般做学问都是这样，哦，他怎么一下可以罗列那么多？日积月累，夫所以乎？因为文言有所以，对不对？有时候是个所以跟白话一样，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那、嗯、其实为什么我们白话也在用啊？之所以这样，对不对？像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还是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本来是文言，变成白话常用，所以你以为是白话。那我们白话比较常用的是之所以会这样，对不对？之所以就知为什么嘛？知没有意思，完全的无意注。可是那里所以不能说。应该是为什么，它可不是助词啊，它有实在意义。啊、呼焉等，且等、啊。且行且走，对不对？这是表达字句词结构的。啊、这个且行且走是边慢慢走，一下慢慢走，就像卷顿这样，又慢慢走，又快快走。那个走是跑走的走啊，是快快走。啊、高中教材文。怎么那么多高中的啊？好像他是硕士啊，根据高中为对象研究。的地的三个字在五四运动之前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对啊，几乎都混用，在旧时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混用，对啊。五四后通常依序作为标示定语、状语、补语的作用。分数如下，嗯，我都搞不清楚，你看一大堆这个名词，我真的都不知道。而且有时候背都弄到混、哦、除非你真的通达才比较不。的字用于标于前面的词或词组是定，所谓定语是不是限定，就是形容词。最常见的用法是接在形容词后嘛，用来修饰后面的名词代名词。如美丽的风景也可以接在名词或代名词后。老师说所有的问题如我的书，对不对？啊，接在名词后其实就是两个组成形容词，我的还是形容词。那这个名词你可以说名词加助词组成一个形容词嘛，所以文法看你怎么讲，对啊，当你要分析到名词这要分析到词汇啊、哦、副词的这个层级的话，它这是形容词，可是要分析到各个单字的话，这是名词，这是助词，组合的才是形容词，是没错、哦、可这里的助词就是做成结构用的，对不对？所以它这是结构用，标明我这里是做形容词限定，所以叫定语，限定后面的书是谁的，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啊、或是接在副词以外的实词，哦，实词对实词组成带有名词功能的词组，在句子中当作主语或宾语使用。啊，这就是我们讲代名词嘛，我们要的，对不对？要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讲的是说这个是代名词，要的是和平语，意思就要的东西，要的什么？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和平和安定啊。所以我们的文法也不会比它差，表述的方法不同，何况我们不会创造那么多名词跟混淆。可是话又说回来，创造名词方便是我们学术讨论有个名称，可是你弄太多哦，阿猫阿狗。嗯，就弄到了，因为这个我们都提到嘛，并没有超出我们范围。的字通常用于动词和形容词后面，不一定是形容词用现，因为他认为像美的冒泡，他认为美是形容词。可你可以这里把美当成动词，美的状态啊，是一个动态，美到冒泡嘛。所以你看那个文法，你要怎么分析？我说它是动词啊，你为什么说一定要它标示其后面的补语？用来表示可能或达到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成故，结果而成。他去的，我也去的，就可能性。啊，他去得了，所以这个得是可以的意思，所以就有可能。
啊，你不得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对，所以可以得到允许，得到结果，你得到 got it 就英文 got it， 然后就可。我拿得动，我拿动词，去也是动词，后面接个得，引射出拿得动，给动起来，不会拿不动，啊，拿得动。结果二成，你说的很好，得到这个结果是很好的结果。有的词典会将这种用法归类为介词，对啊，所以你说到底是助词、介词，乱七八糟嘛。现在还是文法的战国时代，这没办法统一说的了。前面好像有一句是对不对？不要统一。所以跟真正的王道是句子，不是背一大堆这些文法的术语或者原则，然后都不会用。就像同学问的，这是不是代词性助词？就搞了半天。另外一个女生竟然跟我讲，哦，可以双向，我误导我啊，你找到有双向的用法给我看，太可恶！现在明天刚好就是上那个女生的课，这个问题就是明天这一班，其实已经今天了，礼拜二，这一班同学又提出来，就要给他算账。等一下，八个钟点后，八点上课嘛，八点十分，要来问他们，叫他们要来看我实境秀。搞什么啊？误导我说代词性助词双向，那词国语词典说单向的才能叫助词。哦，其实我是承认，我们前面也讨论双向也是助词啊，可以有代词性啊，互相你传我，我传你，对不对？那所谓的助词是帮助语气的完成句子的结构嘛，是这样。所以你从这个角面看它是助词，从那个角面看角度看它是代词，所以变成四不像，到底是代词还是助词变代干脆。好，你 negotiate 啊，协商达成共识，刚才混在一起各打八十八吧。你看有人就认为那是介词，那介词到底是什么？顾名思义是介，做一个中介，中介的用，对不对？啊，还不错，他们至少命名这个还可以望文生义了啊，顾名思义，嗯。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或者你从哪个着重在它是哪个功能或特征、特色、用途上，你就会认为它是归属于不同的词类嘛，有着不同的词性，对不对？的字通常用于副词，对啊，快快乐乐的猪们，它这里还漏掉一个，还可以改成那个杯底啊，杯底碗底的底啊，也是就是这个的就副词用的。啊，标示前面的词或词组是状语啊，原来状语的意思是副词，状态嘛，副词就修饰一个状态，表现状态。现今经常误用为的，对啊，经常跟的误用。你看他讲好严格，说是误用，对不对？其实我们还没那么严格。所以我上课也跟同学讲，可见我没有误人子弟。对，我改他们做人，我常常改这个，他们就是都这样罚打分不清，啊。人家还用误用是很严重，我通常只是给他们圈起来，还是没说他们是误。哦，连接永久失效，这可以编辑了。哦，之字作为结构助词的用法有与白话的得相同，所以它结构的意思就形成什么？形容词结构，因为意思就这是助词，这是名词，跟前面一样，组成的结构是什么？形容词作为文章的定语限定用法，对不对？修饰用法或指定用法。这是夫子的文章，不是我的。那无意仅表宾语提前啊，来，我们这里等一下，我们做时钟走，明天啊，今天不可能。助词有吗？好，很好。无意仅表宾语提前，如连之爱，同语者何人啊？这就是我们讲了无意宾语提前，连之爱。对啦，也对啦，这个其实就是什么？这肯定唯利是图的是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也可以叫做结构助词了。我们以前形容的，你看我直接都讲它是功能性的词汇，作为它的功能就是组织是。句子结构，连字爱提醒你，这是倒装句；像唯利是图提醒你，这是倒装句。唯斯人，无谁与归，无谁与归，这个就没有结构性助词在里头。连字爱就爱怜，
爱莲啊，同语者而人啊，莲之爱。那宾语提前是为了强调莲这个作为 主角嘛，主角嘛，啊，主要角色角色啊。然后就爱莲的同语的有谁啊？何人就谁嘛，一个字表达就谁。同语的对不对？就的谁啊？其实叫爱莲同于的，就是同，这是倒叙重组，它整个都是倒装句连这个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倒叙重组，同于爱莲的是谁啊？对不对？莲之爱就是一位叫爱莲嘛。你光爱莲同于者何人？好像这个句子翻译的不对，所以我才说整个倒叙重组才对。同于爱莲的什么程度或者状态、模样？或者痴狂的程度啊，迷的程度啊，是谁啊？嗯，没想到宋轶老师的著作还那么被人重视，四字他也蛮有影响力的哦，至少你看我孙手真的没影响力，对不对？四字做结构助词时也是表定，对啊，唯你是问，唯利是图，就是唯问你。唯你是问就是唯问你对吗？宾语提前嘛，所谓的倒装句了。那他这里反而不用唯你是问也对了，也蛮白话。这里可以补一下唯利是从，就是唯图利，唯利是图就唯图，是表时态的结构性的，不是表时态的这个助词，也称为动态助词。时态动态还不是落态，就是表态的助词，状态的助词，接在动词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动作或变化的状态，那它叫时态，可以跟时间副词连用，但必须注意两者比例间的配合。讲得好抽象，一定要看例子，否则你请假不知道你在攻啥。白话中常见的时态助词有这了，对对不对？对啊，配合形容词、动词这样懂它要讲什么，对不对？有些是完成式，对不对？这这个这是进行式，过是曾经过去式，对不对？了是完成式，这样不是很清楚？刚刚哦，讲这个。那文言文中有已啊，白话是这样，但已字通常兼有语气助词，对啊，已乎。甚至已经的已应该也是，我没想到这个硕士论文那么被人重视。三字用法上的分别为：舍字表示动态变化正在进行时，对不对？门开着啊，就讲进行时，不是？现在尤其大家都学英文了，外语这样就很明白了。我们文法概念几乎也是从学英文来的嘛。了字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或结束，就完成式啊，天黑了。可是前面讲过对不对？通常读轻声，那你要读古音的话，天黑了，对不对？原来是了，就是了结完成，它也是这样，所以才有了的意思嘛。我为什么不用别的字，用了这个字？因为它本来就有结束、完成、完了，对不对？你不会也可以读完了，完了是另外一个意思，像白话完了，有点感叹完了。对不对？没救了。那完了是完成，对不对？跟完了还是有语义上的差异。完了，完就是了，了就是完啊、哦，表示完成。过字表示动词、动作或变化曾经发生。哦、我看过，就是过去式嘛，经验的，对不对？或者过去完成式，对不对？过去的经验，看过。曾经沧海的经就是过嘛，曾经经过。表示过去有曾经发生有这个经验啊，曾经沧海难为的经验。那这个是是好，语气助词表用来语气的，这是大家最熟悉的语助词，省简称语助词或语气词，对，看你要省略哪一个词。完整的就叫语气助词，语气助词用于句中或句末表示，也有哎，哪有还有句首的，夫人之相与。句首的助词，对，我盖啊，前面刚刚我们读王安石的文章，叫盖怎么样？一个推论性质，那它就会放在语
语句的开头。盖。哎呀，抓错焦点了就，就这样。对不对？盖音谬耶，这个叫推论语气啊。对，我们这里都那时候还觉得，总觉得我那时候有背书啦，这个还要在泰堂。读其为文犹可视啊，他的行文为文还可视，约画上，或者说这个为文是说那个字迹还依稀可辨，好像是花山不是华山，中华的华中华。今言现在，这刚才是王安石北宋时候。说华如花时之华者，盖音谬。哦，是说哦，哎，花时的花，那还是花啊？怎么会音谬？其实还是北宋那时候注音跟现在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需要再研究啊。它字义是这样的啊。再来，所以你看这个盖可以当什么句首的语助词嘛？可是它是有含义的，它不是完全没意义。盖语所致，盖起，表示说话的语气。有些学者会将之独立成一种词性，称为语气词或语助词。一种语气可能使用多个连续的语气助词表达。没错，以乎，对不对？以和乎就是两个语助词。以是以乎欲行以内复几时，对不对？竟然还有人打错别字，这个对吗？亦乎一行以内复几时，何不为心任去留？已是算了吧，结束了。已乎都是两个语助词，这个放在古典的就好了。算了吧，住在这个人世还有多久？欲行以内，不及何不违心？何不就顺着我自己的心意，随着以后怎么发展？好像那个任去留，好像《地震歌》里头的此生犹自随沉浮嘛。那、当然，林占梅绝对不希望随意沉浮啊。他不像陶渊明，当然每个人他也是前缘嘛啊。那陶渊明谈的不是这个啊，我们不要再岔开话题。好，那这个。一个语助词也可能同时表达一种以上的语气。哦，一个可以用表达两种以上的语气，但是一种可以有两种解读和方法或多种。这都讲太重要，要讲具体的例子，所以一定不能不举例。因此就是所以，对不对？以就因此就以。语气就是本身没有实质意义，不能单独使用，未必哦。哇，语助词啊。可以啊，这时候是没有实质意义，可是它还是可以单独使用。被吓到了，大叫一声，也没有词形变化。什么叫词形变化？这个大臣半醒。什么叫词形变化？一个语气助词所要表现的语气为何必须是前后文？看到没有？前后文到底究竟是什么？为何就不是为何啊？是什么？就上前后文、上下文。为什么这么重要？讲了半天，其实都回到具体的文章和句子去分析，就还是完了。有时候连用的语气助词可能会合成一个音节，如了啊合成啦，对啊，了啊啦，那之余连成猪，对，啊之余的合音。那语气助词依照语气的不同，可以分为五大类。疑问语气，文言常常把那妈，文言文中也，这时候应该要念也，这不同的疑问语气助词代表的提问方法也有所没错啊，如妈有时表疑惑而停，有时表反问，通常要求对方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八。则表示大略知道答案就不能确定。其实，怕呀，那
文言中的以言哉，其实用以表示请求、命令、催促、劝告，对，跟英文的祈使句是类似的，哦，一样。再来感叹语气，如白话中的啊亚哇那，按文言中的，来，我找一下人陪啊，分享到古文共欣赏。好，我们暂停一下。对不起，天哪！刚刚没有继续哦。阿弥陀佛，从哪里开始没有录？那只好各位就看脸书啦啊，脸书直径有。天哪，好吧，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保持圆满了哈。刚刚没有按播放录制啊，漏掉了，就请你看脸书的实境修补了啊。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不会增长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